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桥德云社剧场观看我们的相声大会。我是报幕员，我叫高小宝，请您欣赏相声写对联，表演者张萧默、杨萧台。谢谢各位啊！哎，相声大会这就算开始了。Hello. 啊，头一场节目，我们哥俩哎上来陪您聊会儿。太对了啊，不敢说表演，一说表演呢，把咱们距离就拉远了。是两个年轻演员，哎，一上台呢，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我这好像没开啊？是吗？好像没动静啊，活该。那个上还有话筒啊？有了 啊，行，就是欠骂你们。不是我要自我介绍呢，你干嘛呀你啊？主持人都没记住你叫什么，你知道自己叫什么吗？你他记住你了吗？反正比你说的顺溜。先介绍一下我。嗯啊，我姓张，是叫张萧默。好，哈哈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我叫张萧默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叛变了你啊？不是，他让你停住。啊，确实是一个小演员，嗯，很多观众不认识我，哎，不很正常啊。哎，但是介绍一下旁边这位老师，说说我啊，这位老师不是外人，哎，这位老师是我的坐骑。太对了，他叫什么名字呢？你等会儿，他啊，妈，你骑着我上来的是吗？是吗？什么叫是吗？不是介绍咱俩这个关系啊？有坐骑什么事儿？应该是搭档啊。旁边这位啊，是我的搭档。对，搭档。嗯，有个好听的名字，说一说叫什么？哎，碧水金睛兽。大家，他的这个名字呢？我就是那坐骑。不是介绍你名字吗？人有叫碧水金睛兽的吗？这？那你叫什么呀？杨萧台。行，杨。嚯、啊！好不了，完全是自发性的。好不了，确实啊。哎，观众喜欢你，我也理解。是吗？我也理解为什么。嗯，相声说得好，您夸奖啊。相声演员说四门功课，嗯，说学逗唱。对，人家哪门不行啊？是哪门都不行啊？哎，对，对不对？我用你夸我呀？哪门都不错，不错啊。为什么相声说得这么好？什么原因？有文化。哦，哎，郭德纲郭老师经常说哪句？在台上也提，嗯，说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？什么呀？寿命。对了，啊，其次是文化，对吗？就是先把人熬死，然后再拼文化。对，文化也占寿命的，也占很重要的地位。哎，主要是文化。哎，人家这方面不错。嗯，啊，跟您各位不敢比啊。嗯，但是杨老师在后台来讲怎么样？文化水平最高。嗨，不敢说最高，反正多少有点。后台这些演员，嗯，不能跟您比。是啊，比起您差得远。呵，对不对？您最有文化。连喝。哎，当然了。哎，您要是跟我比呢，还差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术业有专攻啊。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。怎么了？可以了。在后台里边，我最有文化。数您了。我已经是 most 了。对的 ，best 啊，最高级了，哎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，你是最高级上面的比较级，你还 better 一点 ，better than the best。哦，这么说你是所有人里边文化最高的呀？咦，你看出来了？我看出什么来了？我怎么了？哪一点就有谁是有文化自己说呀？哎，正经有文化，哪有文化呀？对不对？刚才说了，跟您各位不敢比啊。嗯，在后台这帮货，这帮货比起来，哎呀，咱拔了尖了。哇，对不对？最起码学历比他们高。哦，您上过学。对不对？大伙儿都了解，对吧？德云社演员的学历啊，别人不提。嗯，郭德纲郭老师怎么样？什么学历？初二。啊，对，对不对？是是。哎，包括他那个所谓的儿子，哎，郭麒麟。行了，什么叫所谓的儿子呀？对外都这么说吗？我大儿子郭麒麟。不是对外，对内也得是大儿子。你看了吗？看了吗？我们连自己人都骗，你看，啊，我还真信了。就是他儿子郭麒麟，他儿子郭麒麟什么学历？什么学历？初二，哦，也是初二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您发现了吗？嗯，在我们德云社啊，尤其老郭家，老郭家初二是个坎儿，咱就看郭汾阳能不能跨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没有学历啊，咱正经大学。哦，您上过大学？对了，上过大学，咱知道的那个后台演员都不知道，是吗？他们知道什么呀？
他们没学过呀。他们天天在台上叭叭叭叭，知道什么呀？哦，他们知道，哎，他们知道什么叫氧化还原反应，对不对啊？这多腐蚀性啊！这个。他们知道什么叫孟德尔豌豆杂交？他孟德尔豌豆可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他们就知道，他们就知道一年有365个日出。以后我送你365个祝福。行了行了，他们就知道这个，他们知道什么叫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。不要难为我，背到二十位就到这儿了。哎，什么叫二十位？这横着背、竖着背咱也会啊。竖着背也行。竖着背呗，氢锂钠钾如色方。哇，整一下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卤足元素，嗯，氟氯溴碘铵。对对，正二价，对不对？这咱知道，正经有文化，这是科学，科学咱有研究。哎，别说这些，您还真知道。哎，当然了，有什么用啊？有，就是比他们强啊！就背过一化学元素就比他们强了。对，他们不知道啊。正经，这是科学方面。哦，文学咱也有研究。哦，文学你也懂？哎，文学哪个叫唐诗？哦，什么叫宋词？呵，啊，古代的、现代的、国内的、国外，咱都看。哦，您涉猎广泛。对了，有很多喜欢的作家。哦，老作家。有喜欢的哪位呀？鲁迅，这是大家。有知道的吗？了不起。哎，鲁迅很多人都知道。对，这是他的笔名。可不，人家本名不姓鲁。嗯，姓周。姓周，对不对？对，人本名姓周，是文笔特别流畅。哎，人叫周笔畅，本名。他的这个笔记啊，他还有很多代表。你还给人送日出去吧，您这你们老喜欢那唱歌的呢？你这不是这周没有叫周笔畅的本名叫周树人，对，哎，本名叫周树人，是跟你开玩笑，谁跟你开玩笑？这咱能不知道吗？是吗？读过哈很多代表作啊，您那列举几个？有一部这个选集啊，叫啊，这个我非常喜欢。你这是牙疼？你这是谁牙疼啊？啊，这什么书？这是人家鲁迅的代表作。啊，吆喝吆喝，知道吗？吆喝，对对啊，没读过，我听过有本书叫《呐喊》。吆喝，这好像耳熟。废话，人就叫《呐喊》，就呐喊是吧？呐喊，呐喊，嗯，咱喜欢。哦，好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朝花夕拾。啊，这还真有。有没有写小时候的故事？对对啊，还有里头有这个经典的人物。哪位经典人物？叫闰土。哦，闰土。闰土是个小娃娃。对对对，闰土的形象大伙儿都了解。少年闰土吗？嗯，小娃娃是拿着叉子插茶的娃，对不对？您再来一遍。这拿着叉子插茶的娃，呵，这绕口令多好啊，您对不对？这正经有文化，你瞧瞧，是个可以说啊，嗯，可以说是一个骚货骚客，我都闻着味儿了。您可以说是一个，至少是个文人吧？哦，就您还自称是个文人？对了，爱好也好啊。什么爱好啊？没事的时候读一读书啊。嚯，哎，阅阅报啊。哟呵，操一操琴呢、啊。这什么琴跟这儿操啊？这是、哎、舞一舞剑呀、啊，嗯、哦，吟一吟诗啊，好啊，尿一尿炕啊，哎，练一练唱啊，还是把实话说出来。对对，这是正经文人的爱好，没事喜欢什么吟诗作对。哦，您还吟诗作对？对了对了，特别擅长。哦，作对行啊，作对联最好了，太好了。嗯，出个题目，您这做个对联怎么样？也，这话说太简单了。哦，别说题目了，嗯，题目最擅长对联。嚯，还对呢，对对联、哦，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是，只要是个人啊，嗯，给我出个上联，我能给他对出下联，送他一个横批。出上联有下联横批，对，或者出个题目，出个题目，哦，对不对？你随便一提，你给个什么东西，咱即兴创作。行行行，哎，那个咱也上来也别太难了，嗯，来一简单的。这路口我刚才买一煎饼啊，您给这煎饼写副对联，题目是煎饼。对了，太好了，这不是上联啊，这叫题目啊。太好了，给煎饼写副对子。嗯，你看人家有生活呢。是，给煎饼写对子。来呀，我们贴哪儿？贴哪儿？没考虑过。啊、这边摊上煎饼，嗯，这儿写上对联是吗？谁还吃啊？一嘴沫呢。对不对？没人吃了，哦、没人吃了。不是，但是沫大伙儿都很喜欢，知道吗？你把张潇说出来，要不然没人明白。那不好意思，谁夸你呢？是不是你？不是，就是说这个，你这个对联这个不好，那个贴哪儿？你甭煎饼，你贴那车上，
哦，摊煎饼那车上。对，您就主要给那煎饼写，没让你写这事儿。这难为我们这不是？这有什么难为？多简单这题目，非得写。来煎饼，听着，煎饼啊，上联啊，啊，上联是撑圆，面稀，刮开大。这什么意思？你没见过吗？摊煎饼，大伙儿都见过。嗯，有一个饼铛，是饼铛什么形状？圆的呀。撑圆。哦。哎，拿那个勺子㧟一勺，这个面糊是稀的。对。这叫面稀。面稀。摊煎饼嘛，有个工具。哎。叫什么呀？叫篦子。啊，对。哎，得把这个饼啊、面糊啊，得给刮开。对对。哎，对，你就摊嘛，摊煎饼，你得刮呀，对不对？你得刮开了。你得刮开之后，它大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一个活体的鸡蛋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没有？你给自己磕里边好不好呢？不是，这上联吗？上联撑圆面稀刮开大。行行，您解释清楚就行了。哎，下联。下联葱多酱少卷上长，这能讲吗？哎，多搁葱提味儿，少刷酱别咸了。是，把这煎饼卷好，你看是长的。哦，长条。哎，这个长啊，两个意思。怎么讲？这叫一语双关。哦，既是长短的长，又是品尝的尝。知道吗？煎饼伺候您这、哎、什么煎饼伺候啊？上下联写出来了。横批呢？横批主要听横批，越吃越短，怎么样？这不废话吗？怎么了？煎饼可不越吃越短吗？啊，哪有越吃越长的呀？有啊，当然有越吃越长的了。什么呀？嘿、哎、呀，你小伙子，你不知道什么东西越吃越长吗？不知道。嘿、哎、我告诉你，记住了、啊、贪吃蛇。大姐，你以为什么呀？玩你问人干嘛呢？问人干嘛呢？我没明白，我们没玩过这游戏。我告诉你，记住了，对不对？贪吃蛇，大伙儿都玩过。哦、哎，吃一块长一截，吃一块长一截，吃一块长一截，最后一碰头 ，game over。哎，哦，这就死了。哎，这煎饼是不是写上来了？哦，上下联加横批。啊，行行，文人骚客，说清楚了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嗯，这题目算写完了啊，换一个。还有呢？给厕所写一副。你先别写了，你先找大夫瞧瞧去吧。瞧大夫干嘛？你直肠子。谁直肠？刚吃完就拉是吧？我还没吃煎饼搁后台了。哦，行行，就你给厕所写能不能写？厕所张嘴就来。哪儿？上联。嗯。上前一小步。下联。文明一大步。横批。冲啊！知道。张嘴，你跟墙上贴过是不是？这儿的，好家伙，这动作真标准。对不对？这大伙儿都知，这不用我写，这有现成的。您说这叫标语？你什么意思？咱要的是对联，还得写对联。您得有文学性啊。行行，厕所，听上联。上联，进门来，呲牙咧嘴，这是憋的。哦，事儿都变了。哎，下联呢？下联出户去展眼舒眉，这是拉痛快了，哇，舒服了。哎，横批呢？先拉后擦，全是废话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可不先拉后擦。上下联加横批，没有先擦后拉的。对，那么着废纸，啊，也废裤衩儿。你讨厌讨厌，是不是写上来了？行行，写上来了，难不住我吧？别着急，对不对？我琢磨个好题目。还能琢磨，你能琢磨出什么呀？你随便来，随便来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厉害了你！你说是自己文人没有自己吹的，自己有文化还能写对，咱也不知道到底是对春联写对联。然后呢，说是这个给个题目就能写煎饼啊，写完了，厕所写完了，一会儿啊又这个越吃越短，什么先拉后擦，听着都不像人话。哎，让他给您各位写。写副对联啊，上下联无所谓，主要听这横批。横批如果写得好呢，各位鼓鼓掌鼓励鼓励他。但凡写得不好呢，桌子上有这个茶壶茶碗，这都属于剧场的物资，没关系，各位使劲拽，拽碎了拿那个碎板茶子划死他，咱就算得了啊。那个文人，好题目来了。什么题目？给观众朋友们来一副。算了吧。算了吧，干嘛算了？给观众写，我有事儿，我有事儿。刚才我回后台知道吗？我接到通知了。啊、什么通知、啊？这个西城区妇联找我开个会，啊，所以说呢，我赶时间，我先走了。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干嘛？不再是一会儿啊！您把这对联写完，写得好呢，我骑那个单车呀送您上妇联去啊。如果那个写的不好啊，您肯定得坐三轮去那个残联。你满嘴虎狼之词。
已经很文明了、哎。别的我都不提，我就想问你那个单车有座吗？坐筐里啊。像话吗？像话吗？非得写大个鸡蛋吗？不是，你换个题目给观众写，不礼貌，不礼貌。很礼貌，这个词儿都是太好了，就这个了，不改了。赶紧，您还开会呢，赶紧写，快点。非得给观众写。对，那这样，嗯，咱写完上下联就完，横批不要了。不，上下联都可以免，主要听横批。娘，你这么难为人吗？没有难为，你不文人吗？有文化，多简单一题目，给观众朋友们写来。非得写上联，你听上联说。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，无所谓，下联听我们说相声，敞笑开怀。横批，多福多寿。各位，多福多寿。行，哎呀，我都他都不寸了。你这横批怎么弄好啊？我怕挨揍。实话出来了，像话吗？拽我，但我听不见呢。拽根吗？是不是？谁拽根呢？拽根，拽根。非得咬出来，像话吗？像话吗？哎呀，你别说这个文人啊，都是这个学问见长。咱有好词儿，突然就有好词儿啊！哎，有好词儿是不是？啊，有好词儿，给我来一副，给你。我听着这好词儿，给你写好写，写你说相声，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，听尔等说相声，敞笑开怀，行不行？什么叫行不行？啊，这不跟刚才那一样吗？对，写你没得可写。别说相声了，那写什么呀？我有好事儿。你不可能。哎，请诸君到此。什么叫不可能啊？这。啊，我有眼中有好事。有什么好事？我要结婚了。作为搭档，真的你就不早说呢？你结婚了？结婚了。嘿，那男的谁呀？那男的。你才跟男的结婚呢？不是，女的。女的，有好词。说好词。听上联啊。哎，上联叫亲朋贺喜百余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您人缘好，亲戚朋友来的多。嚯，哎，下联新娘携子两三人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横批好，横批是进门当爹。我去你的吧！别害怕，我四叔让我试试这个有没有声音，有声音，有声音。我害怕，请欣赏相声《阴阳五行》，表演者丁凯刚、王小格。给您换一场，哎，更换一场。刚才是张萧默，嗯，杨萧台是二位老师啊，哎，给您说了一段。叫写对联，有意思，下去休息休息，歇会儿吧。啊，这场把我们俩换上来了。哦，到咱了。上台呢，得介绍一下。认识认识，我叫丁凯刚，是您啊，德云五队的一个小学生。您客气，一个小学员。哦，啊，没有什么名气。您谦虚啊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忠实的。后边的朋友，你们自觉一点啊。你管得着管不着啊？啊，愣要您这玩意儿，要钱他们也不给啊！废话，人买完票了都。不是要，您知道这剧场吧也挺凉的，哎，您拍拍手暖和暖和，嗯，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啊，能热乎热乎。我们在台上呢也显得不那么尴尬，对，主要是不显得尴尬啊。介绍旁边这位吧。哦，说说我，姓王，对，叫王小格，哎，这是我的名字啊。哎。自取其辱，嗯，活该。你花钱了吧？对，我至于的吗？好，我一场才挣多少钱？没有，看得出来呀。嗯，喜欢您，谈不上喜欢，大伙儿喜欢您。那没有，您看这来德云社年头也不短，也不算长。这来多少年了？12年了。12年了，嗯，各位，这都算老炮了。我该老炮了，我就说嘛，谈不上啊。这在德云社资历算老的。对吧？就差不多。那我，嗯，在我们队后台，嗯，那资历那是最浅的了。啊，也不能这么说，来的年头最短呀。啊，那分您怎么算？我才来2年。啊，可以了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来的晚？咱其实有原因。啊，您说说，就是有点事儿耽搁了。什么事儿耽误了？我听听。上大学了。您哪位会捧哏替我一下？您要不替你干嘛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咬人，我不
我疯狗是吗？你这个病症是打什么时候开始的啊？啊，不是怎么了？上大学了呀？我上谁？你啊？上大学至于这么骄傲吗？干嘛乐？必须得骄傲啊！必须得骄傲呀、啊！克制朋友。刚才那张小伙没听他说吗？我听他说什么了？德云社后台都没学历，就他自己说他上过大学。对，背一元素周期表上过大学了，这只能证明他上过初三啊，各位。到初三学热，跟大学没有关系，知道吗？啊，对，大学肯定深造啊。我上大学知道我们都干嘛吗？咱得研究正经学问。通宵打游戏，打游戏干嘛？熬夜吃泡面。我们写的论文啊，对，倒是有毕业写论文得发表啊，往期刊上发表 ，SCI 懂吗？我吃的 UFO。你这不挨着国际知名的期刊啊，那这发表文章，说句实在话啊，这我还确实术业有专攻，不懂吧？不懂，一点都不懂。不懂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是啊，毕竟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了？当时啊，我刚毕业那会儿啊，嗯，按照我的职业规划来说，怎么样？不应该来说相声啊？对，那实际情况，对呀、啊，没有更好的发展。有，你现在离开也来得及。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、啊！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搭档都是让你这么给说跑的。我太残忍了，我啊，真是不至于的啊，不是。怎么的？因为一句话就走了？走什么？我你我当时已经拒绝人家了，知道吗？哦，您不想去那身子？不想去，这告诉你啊。哦，您说说，我听听。跟你说个地儿啊，说个地儿，什么地儿？中国科学院，中科院。对，什么？中科院，中科院怎么了、哦？您怎么了？就我刚毕业的时候，人请我去，是哪中科院请您去？对呀、啊，您都没去，没去，您这有点耽误了。中科院好地方，待遇也好，您应该去，您不应该说相声。我觉得不去不去，怎么了？你想中科院呀、啊？啊，下属有很多的研究所，哦，它的分支啊，有物理研究所，哦，化学研究所，哎呦，考古研究所，哦，这人特别多。哦，您了解？你研究出来的成果算谁的呀？那算团体啊？那不行啊。你万一因为这个打起来怎么办？好嘛，我又打不过他们。不不不，人家比咱团结多了，只有说相声才是赤裸裸的仇恨，人家比咱团结，不跟他们掺和，哦，不爱搅和，咱自己私下研究，啊，那也行，对不对？我属于您自己的，哎，我也自己当个科学家嘛，我自己也当科学家，个体科学家，啊，科学家都成个体了，我告诉您，而且我研究的呀，嗯，他们都不懂。就是说白了，他们研究的领域您都不研究，对，因为太大众化了。对，我这个万能科学，万能科学，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说过，您给我介绍，你讲讲啊，我也了解了解我的研究范畴啊，您说说，特别的广泛啊，从混沌初分，我这么早，海马线图，哎呦，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。八八六十四卦，阴阳金木水火土，这些我都研究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您是个算卦的，算卦的，天桥底下桥洞底下算命的。一看你最近你不好，你呀、啊、有血光之灾，又来一个，你一出门左转，然后人掉河里了，是不是？就你这样的。什么算？这是科学，科学知道吗？您怎么还有什么两仪八卦什么的？这研究这叫科学呀？这说出来呀，你就这个云里雾里的，我确实不懂。我给你总结一下吧。啊，行，您最好一句话概括。万事万物啊，都离不开这么七个字儿。哪七个字？阴阳金木水火土。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七个字，哎，又叫阴阳五行啊！您这话有点太大了，这大吗？您这不是胡说八道，哪儿万事万物啊？有这么多东西，还都能包括，就七个字就概括了，没包罗万象嘛？要不怎么说万能科学呢？说瞎话，要不说人家不要您？谁说瞎话？七个字没那个概括不了，能概括？不是，那我随便找一东西，您能给说出来吗？找啊，没问题啊。行，咱不抬杠吗？来，咱就眼巴前的，嗯，咱这桌子，桌子有这七个字吗？太有了，行不行？行啊，您说说，先说阴阳啊，先说阴阳，桌子面为阳，桌子里为阴。那我能问为什么呢？你看桌子在这摆着啊，光能照着桌子面，
这就为阳。桌子里照不着啊，这就为阴。哦，照得着的地儿就为阳，照不着的地儿就为阴。对了，哦，以这个为区分。哎，哦，就这就找上来了。嗯，哦，还真快。嗯，阴阳。哎，那桌子有金吗？有金呢。您说说，桌子是什么的？木头。木头怎么变成桌子呀？工人师傅们做的呀。工人师傅拿什么做呀？奔凿斧锯呀。奔凿斧锯是什么的？铁的呀。铁字怎么写？铁字都不会。这边一个金字边，嗯，有金了。不是，金字边有金了。金字边，对呀，啊，沾金就算。科学就是这么严谨。好家伙，我头回听说这么严谨的。哎，这叫金字边。当然了，你金银铜铁锡金属元素嘛，怎么不算金啊？那不叫五金吗？那不叫。你到底研究什么的？那也是金呢。哦哦哦，对不对？哦，那金子边也算。哎，哦，那就有金了。嗯，哎，那桌子有木吗？桌子是什么的呀？哦哦，对，我缺心眼了。嗨，那我没时间没理解啊。哎，桌子有水吗？有水呀。您说说，你看桌子是什么呢？木头啊。木头之前呢？树。小树怎么长成大树？施肥浇水啊。有水了。不是浇水也算啊？废话，不浇水怎么长成大树啊？怎么做桌子呀？好嘛，他这往祖坟里刨啊，这。哦，那桌子有火吗？有火呀。那怎么来？桌子的火呀。嗯，这里边有个小故事。哦，这有小典故。哎，您具体说说。说在这个几天前呀，啊。几天前哦，也是最近的事儿。嗯嗯，有这么一族人，哎，叫燧人氏。对了。他们呢？来，朋友，就翻朋友，你劳累了，嗯，你要歇一歇了。嗯，我歇。废话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几天前有一族人，燧人氏，那叫几天前啊？那几天后啊？几天后干嘛？那不远古时期吗？远古时期是不是几天前的事儿？我就问你，是不是？太棒了！科学就是这么严谨。太棒了！哎，您说的话太讲理了，没有办法反驳呀。当着这么多人说的太棒了。哎，我们后台怎么来一二椅子呀？二椅子在，确实在后台呢。什么乱七八糟，一会儿就上来。嗯，明白了吗？太棒了。说这个，反正就说有这么一族人呢。叫燧人氏，嗯，他们就发明了钻木取火，又火了。他老打我嘴里往外套，哎，又火。木能生火，树老自焚。哎，倒是有这句老话，有了吧？哦，那桌子有土吗？有土啊。您说说，桌子是什么呢？木头啊。木头之前呢？树啊。树在哪儿长着？地上。地是什么地？土地。有土了，好嘛。哎呀，这科学真严谨，我告诉你。哎，怎么就找着了？阴阳、金木水火土全找上。行了，行了。万象，哎呦呦呦呦，别捧，嗯，别捧，怎么了？我认为啊，就您这一大套理论，只适合说桌子，那不可能。说再二一个，你都找不上来。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七个字。那咱甭抬杠，我换一个行吗？随便换呀，换一个食物吃的行吗？你看你吃什么了？那我刚才上台，我也没吃别的，我吃了个苹果。苹果？您说这苹果有没有七个字？有啊，您说说。先说，先说阴阳，先说阴阳，哪为阴，哪为阳？苹果，嗯。开机为阳，关机为阴。哦，现在呢，啊，基本上都插着电了，就很。你手机呀，啊？嘿，你好好逗哏吧你。哦，我捧哏太费演员了啊，嗯，受不了。怎么，啊，苹果嘛，没说手机。12嘛，没，哎呀，没说手机呀，没说手机，十三香干嘛？没说手机，您说的是苹果，吃的，吃的，吃的有，咔嚓一下，你拿过来就看见了吧？拿过来我是看见了。苹果怎么样？一面是红的，对，一面是青的，哎，基本都这样。红的那面就为阳，青的那面就为阴。我能问为什么吗？你一看苹果，不是长出来就是红的？那当然了，哎，它得经受这个紫外线照射。哦，对，有那面就变红了，光合作用照不着那面呢，就是青的。哦，是这么理解。哎，哦，还是照得着的为阳，照不着的为阴，跟桌子一个道理，哦，一个样。嗯，
哎，那苹果有筋吗？有筋呢。您说说，苹果在哪儿长着？苹果树上。熟了以后，你得给它摘下来吧？那当然了。你拿什么给它摘下来呀？那很简单，到时候拿剪子一搅，这不下来了吗？剪子是什么呢？铁的呀。铁字怎么写？这不一金字边？有筋了。金字边有金了，沾沾就算，哎，一猜就是，哎，很严谨，太棒了，好好。嗯，苹果有木吗？有木啊。您说哪儿？苹果在哪儿长着？树上啊。树是什么的？嗯，我都多余搭理他。我说，他也哦，一体的也算。对呀、啊，苹果有水吗？有水啊。哪儿没水？拿过来，刚咬一口，留下来那个甜水，有水了。他这玩意儿要真快，你这对，那咬下来没水的核桃，对，没核桃，剥了皮儿吃呢。水果嘛，能没水吗？啊，也怨我了。嗯，苹果有火吗？有火呀。哦，有火。嗯，要说苹果的火呀，得说在几天前，有那么一族人叫燧人氏，对不对？发明了转苹果取火。哎呀，嘿。苹果能生火，老苹果能自焚。你说的还是手机？你这个演员太有道理了。不是，我问问你啊，哎呀，你爸你妈身体怎么样？啊，身体是不错的，再要一个吧。最近没有这个打算。你是个智障啊！我怎么就改智障？苹果那是水果，那能转吗？一转不就烂了吗？那你要这么说，苹果就没有火了？有火，苹果没有火？有火，没火？你看苹果的火是这样，那怎么来火？一手拿一个，对了，往一块磕，是，火石没听说过，火石，火石也出不了火。火那您要这么说，苹果两样都没火呢？有火，没火？有火，没有？肯定有火，不能，能没火呢？瞧瞧，这是苹果吗？苹果吧？水果？对呀、啊，水果有很多种吧？那当然了，有香蕉，对，有橘子，是，有榴莲啊，有火龙果，对，有火了，对了。火龙果啊，咱们没问你火龙果，问你苹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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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火龙果了，还没忘呢。苹果，废话，苹果嘛，苹果它肯定有火呀、啊。行，你要找不出来，咱就跳过。肯定有，肯定有，有哪儿说了半天哪儿有火？苹果，这是跟这么多水果，干嘛非吃苹果呀？那我败火呀，有火了。哎，吓我一跳。哎，这个人啊，他不懂科学，但是说出来的话还有点道理。有火了，对不对？是，那您得谢谢我啊、哦！败火也算。有火了，有火了。好好好，嗯，苹果有土吗？有土啊，对，苹果有土。苹果在哪长的？树在哪？树在哪？绕地上，地什么地？土地。跟你爸妈说一下，先别要了。你压根儿也没这，你还有劲儿，多明白呀、啊！行，哎，明白了、啊。我觉得今天咱学的差不多了，你好好消化消化。我掌握的差不多，到点了，我该下去了。来来，人一会儿还有群口。那你我知道有群口，您先别着急，来，这个。您再帮我找一个怎么样？还找啊？我太愚钝了。你快点，行不行？您听我，我是哪有表啊？没表、啊。那儿是我知道，那也没有挂胳膊上。你快点。我呀，在后台啊，除了吃苹果，我还吃了一个山楂，又叫山里红。您说这山楂哪有这七个字啊？嗨，山里红啊，哎，那不跟苹果一样吗？你往里一套就行了。不是我太笨了，您受累帮我来一下行不行？山楂、啊，哎，对，山里红啊。先说阴阳，阴阳有啊。哎，山里红拿过来就发现了，一面是红的呀，一面它全是红的。哎呀，科学家，您说是这个太阳围着山里红转呢，还是山里红围着太阳转呢？你看没有生活常识，哎，它全是红的，跟着太阳转那个呀，嗯、叫向日葵。对，向日葵呢、啊、就可以做成瓜子儿，对，也可以榨成那个葵花油。我没问向日葵啊，向日葵干嘛呀？不是，我问你山里红，山里红，哎，哪为阴阳？全是红的，哎，就全为阳。那阴呢？没阴，对，没阴，没阴像话，没阴，没阴像话，它肯定有阴呢、啊。那阴在哪儿呢？你掰开里边什么色啊？白的，为阴。哦，外面没词儿，跑里边找去了。对，里边照得着吗？里边照得着吗？照不着，照不着，唯阴的一个道理啊。哦，也是这个。对呀、啊，别着急。山里红有筋吗？有筋啊，有筋有筋。对，你山里红在哪儿长着呀？树上啊。熟了以后你得给摘下来吧。我得取下来呀。拿什么给它摘下来呀？那很简单，到时我就拿那个竹竿帮，一帮就下来。哦，就熟了以后你拿一个铜竿帮，对，你帮我去。科学家耳音还不好了，你看看我嘴型啊，竹竿，竹竿，竹竿，哎，这为我不动铁器，拿竹竿帮，哎，这帮完都下来了，哎，下来你给它拾起来吧，我得收集起来，找一大铁盆，对，不，
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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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太残忍了，不，大木盆，哎，那木盆都是泡脚用的，对，不，塑料也可以啊。塑料盆啊，塑料的，塑料盆，大木盆啊，大木盆，拾起来了，金的，它有金的，你别着急啊，我不着急，就科学是很严谨的，啊、我得给你思考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它是这样，你给它拾起来之后，你拿回家去了，啊，我拿回家，你自己吃，你吃不了啊，那当然了，你就往外卖啊，可以、啊，卖给谁呢？你不能卖给这岁数大的，那多明白，吃了倒牙呀，是得卖给小孩，嗯，卖给小，卖给小孩，一提小孩这么高兴。哎，你看小孩啊，过去庙会上有卖那种大挂山里红，哎，常见，拿线一串，一串，是，我知道，一串，挂手上，对，哎，啊，这不有劲了吗？拿劲了，这线是怎么穿过去的？哦，您问我那线怎么穿？哎、我拿竹签捅过去的，拿鱼签捅，拿鱼签，拿鱼签干嘛呀？拿鱼签干嘛呀？不是拿什么？拿竹签捅过去的，竹签捅山红哪有金的？科学家，它有金的，它有金的。你看它哪有金？竹签没有尖啊？对，竹一开始没有尖。你拿什么给它削出尖来的？我拿玻璃碴咔哧。你不嫌扎手啊？哎，我嫌的无聊。你咔哧，我雅致。咔哧完之后，它就不整齐啊。难免有什么毛刺儿啊？难免的。你毛刺儿，你拿什么给它配呀？我跟地上蹭，地上蹭。耶、yeah ，什么地啊？土地啊？有土了啊？啊我先站一下，你缺心眼吧你？我先站一下。谁问你土了？问你金？他有金呀、啊，有金、啊。你土干嘛？你着急？着急？你着急呀你？我着什么急？对不对？你到不了土那就没了你、哎、啊，知道？你去世了。你让他是吧、嗯？穿好之后，穿就往外卖。来卖？你卖多少钱一挂？我卖一块，一块。一块，一块一块一块什么呀？一块什么？一块票，那叫一块钱。我不那钱有金子边不？一块票，哎票，一块票，哎票，一块票，你看这一块票是吧？哎对了，它最上面写了一行字，有啊，写着中国人民，很行。甭来那个，我告诉你啊，狠心，你狠心，我叫银行，不会念这俩字儿，我告诉你，山里红哪有金？它有金有金呀、啊，科学是很严谨的，严谨，你给我找出来，对不对？它有金啊，有金哪有金？你除了做大挂山里红，你还能做上这个糖葫芦，哎，有糖葫芦，对，这糖葫芦讲究这个剃糊啊，加馅儿啊，那都有。你剃糊之间，你得切开吧？我得切开呀、啊，拿什么给它切开的？我拿馅儿勒。一勒一个，一勒一个。你勒完你得剃胡啊！我剃胡啊！你胡拿什么给它剃出来的？指甲盖挑啊！你脏不脏啊？反正又不是我吃。行啊，你给它穿好了。哎，穿好了。穿好之后呢，就是最关键一步。什么呀？你得蘸糖，没糖不叫冰糖葫芦。你要蘸糖，嗯，你就得熬糖。那当然了。你拿什么锅熬糖？我拿砂锅熬糖。砂字怎么写？池子边一哨。锅呢？金字边。有金了。这儿等着我呢。请欣赏相声《论梦》，表演者马萧航、刘萧胜。给您换一场啊！刚才二位说的不错，哎，传统节目阴阳五行太对了。下去休息休息，歇一会儿，换我们哥俩呀上来陪着各位聊聊天。哎，该我们了啊！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。嗨，每天上台之前都有一个小惊喜啊！我们今天叫什么呢？这个没有关系，叫什么都无所谓。哎，叫什么不吃饭呀？本来就是上来呢，跟大伙聊聊天啊。太对了。哎，这个说几个包袱笑料啊，哎，让大伙开心一乐。太对了，希望大伙常来听相声。嗯，下午听，啊，晚上还听。哦，哎，周一就别来了。怎么呢？啊、周一休息了。嗨，对不对呀？听一天的相声也挺累的，那是、啊。哎，各位真事儿啊，嗯，坐在底下不比在上边啊轻松，是吗？你看，坐在底下，嗯，每一场上来呀、啊，嗯，都得鼓掌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咱们在这也就站20分钟啊、嗯，就下去了，不能多站吧？有那超时的呀，啊、哎，多站就不合适了。哎，太对了，累得慌。大伙儿一坐坐一下午。嗯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有的观众还买晚上的票，嗯，哎，接着听晚场，连着听，哎，听完之后呢，也挺累的。那是回到家呢，
哎，睡觉休息，睡一好觉、哎，这个一累了就容易睡眠就好。那可不，这个睡得就香。哎哎，你睡觉吗？不，这人有不睡觉的吗？我没说人，我说您。合着我不是人？人家睡不睡觉我管着吗？人家大姑娘问着你睡觉吗？你睡合适吗？我现在问你，你睡不睡觉？ 我睡觉。你也睡觉？肯定睡觉。睡觉啊，往往都伴随着一个现象。什么现象？做梦。啊，有这种情况。哎，你说什么叫做梦？做梦就是肾虚呗。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。怎么胡说八道呢？人家医书上写了呀。谁的医书上写的？医书干嘛？医书就是医学方面的书籍。哦，你还看那个呢？你得看看怎么减肥。净这净这，提我减肥干嘛呀？医书上怎么写的呢？什么失眠、盗汗、肾虚、多梦，有这么一句没有？肾虚可能导致多梦啊，但是做梦不一定都肾虚啊，是不是啊？我给你解释吧。您讲讲。人呢，在睡眠过程当中，身体外界的刺激，或者是残存在身体内的外界刺激所产生的景象，这叫做梦。还真准确啊！我刚百度的。嗯，现查呀，现查也得记下来呀，哦，对不对呀？我现在说了一遍，你复述一遍，来不了，对不对呀？嗯、你也得记下来呀。嗯，这个做梦啊，是每个人都有的。哎哎，一般情况下，你没听说过、没见过呀，这样的你梦不见，是吗？老话说"男不梦运，女不梦虚"，就这个道理嘛。不，这我还真不太明白。嗯，您分开解释一下啊。好啊，先说这个什么叫"女不梦虚"就是女人做梦，梦不见自个儿长胡须。是吗？拿您举个例子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啊，比方说呀，你媳妇儿，我爱人，哎，晚上睡觉了，梦见自个儿长胡子了，长胡子，越长越长，越长越密。哎呦，吓醒了。嗯，一看，哦，原来是个梦啊。第二天到了单位呢，要跟同事啊分享一下，还分享。哎哎哎，烧的哥，烧的，烧的哥，烧的哥，行了行了，嗯，这他们单位是咱们单位呀，咱单位那不叫饼的哥吗？还饼的哥了。哎，烧的哥，烧的哥，嗯，烧麦，烧麦，烧麦。嗯，我媳妇儿管烧麦叫大哥，这什么辈儿啊？这是，就一个烧麦啊，就一个烧麦啊。那一屉好些个呢，这不还是呢吗？对不对呀？这也叫烧麦哦，对不对呀？不是你爸爸啊？怎么还有我爸爸呢？啊，哎，烧的哥。昨晚上我做梦了，嗯，梦见自个儿长胡子了，哎呦，哎呦，越长越长，越长越密，嗯，跟我这护心毛都连在一块儿了啊！你还不信呢？怎么着？你看看，哎，穿上，穿上，有这事儿吗？这没有呗。哎，女不梦虚吗？啊，这是女不梦虚。哎，那什么叫男不梦孕呢？男人做梦梦不见自个儿怀孕生孩子。哦，是啊。拿您举个例子可以吗？不行。这回不行了呢。说你自己啊，说我呀，甭提我啊，说我吧，说你啊，我晚上啊睡着睡着觉，梦见自个儿啊怀孕了，她怀孕了。哎呦，关键我还不知道是谁的，完，麻烦了，肚子越来越大，疼啊，嗯，疼得哗哗流汗。哎呀，打电话120，是给我拉到手术台上，嗯，哎，拿着个手术刀一拉，拉开了，从我这肚子里边抱出一个8斤半的大胖小子。哦，是个儿子。我这个儿子有特点，什么特点？随风长，哦，就长得快。哎呦，越长越高，越长越胖。哦，没一会儿功夫长1.75米大个，穿一咖大褂站我边上说相声。我弄死你我。挺疼的，废话，废话，嗯，你这是多疼吗？多疼，就这么疼。抱心里多强，这个人就这么疼，怎么了？这不拿我举的例子吗？那我也没跑了啊，这不是说举例子吗？这能是真事儿吗？没有这事儿，对不对？我这基因能弄出这么大肚子来的吗？甭老来这，对不对？甭老来这个，这就是说什么呢？没碰见过，没听说过的。梦不见哦，是这么个道理。哎，一般情况都这样啊，也有特殊情况。这还有特殊的？哎，那天晚上啊，我们演出啊，哎，说这话就是去年了。哦，去年啊，在这个哪儿呢？在这个湖广会所。哪儿？湖广会所啊，后边幕布是黄色的。行了，行了。啊，湖广会馆。会馆。对，哎，在那儿演出。那儿啊，本来呀，啊，开始就晚啊，是8点开。8点开场，正常结束呢，就是10点半。对，那阵2个半小时。哎，对，那阵呢也不现实。对，对不对？一演呢，有可能演到11点了。啊，哎，服务员就骂街了。哎啊，那我们也那么演，那也那么演。嗯，你说回到家之后，
对不对呀？十一点，你怎么着？你得坐车回家吧？就是，对不对？到家是不是就得十二点了？那当然了。哎，你开个门，你就得一点了，对不对？你开个门开一个小时，开门没开一个小时啊？找钥匙找了59分钟，太棒了！啊、哎，开个门之后啊，换拖鞋，换睡衣，喂兔子。怎么还喂兔子呢？我喜欢小动物，哦，养的宠物，养了几个兔子。哦，哎呦，见天喂呀，喂的兔子特别的胖。特别的胖，大胖兔子啊！来吃夜宵了，嗯，哎，吃夜宵，喂完兔子，我赶紧洗漱，躺在床上。哦、就在我这个三睡不睡的时候啊，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啊。什么叫三睡不睡呀、啊？那叫四睡不睡。哎呦，坏了，我偷睡漏睡了啊！偷睡漏睡，在我午睡不睡的时候啊，怎么又午睡不睡了？我得拿这个睡补这个睡呀、啊！哎，他跑这上睡来了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没有，就四睡不睡。哎，反正就这时候吧，啊、半睡半醒，我们家那个门就开了。哦，哎，进来两个人。哎，这两个人有特点，什么特点？一个呀，大高个儿，哦，大高个儿，穿着一身白，哦，皮肤也很白。是，戴着一个大白尖帽子，嗯，大白尖帽子、啊，哎，手里边拿着一挂锁链子，嗯，一个呢稍微矮那么一点，嗯，哎，是一身黑，哦，脸也挺黑，嗯啊，戴着一个黑尖帽子、啊，哎，还穿着一个马褂，哎，哎，哦，哎，你看，就听这个你们乐着呢，知道吗？手里边拿着一个狼牙棒，哎呦，这俩人是谁呢？这您不知道啊？这是黑白无常啊！哦，你跟他俩熟啊？啊，没交情。哎，俩人过来了，你是不是叫马孝胜啊？问问你，怎么着要签名？哎，您要脸不要？现在不让随便签名，那可不呗，对不对呀、啊？跟我们走一趟，走一趟。阎王爷有请。哎呦，不去，不去，我不认识他。谁认识啊？阎王爷说就找马孝胜，就找你。姓马的好些个姓马的呢，那是对不对呀、啊？姓马的99%都叫马孝胜，哎，凭什么呢？你可能是找错了，哎，我骗他呀，啊，我骗他呀，哎，不可能，嗯，肯定是你，你是不是在德云社跟刘晓航那孙子说相声？哎，啊，我说对啊，这你怎么答应了？这不提你了吗？你是不是叫刘晓航？是我呀，对不对？就说跟你说相声，那肯定就是我了。哦、说着话，拿着锁链子，哗楞嘎嘣给我锁起来，带着我可就飞起来了。哎呦啊！我低头一看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的肉身还在底下了。完了！哎呀，你说这一辈子啊，感慨，万万没想到啊！啊，我睡着了是那么的英俊。哎呀，要点脸吧！赖着我费了一个多钟头、哎，眼前出现了一座城池，是丰都城，鬼城丰都。进了里边之后啊，可了不得，把我吓坏了。怎么了？里边阴森恐怖，哎呦，阴森恐怖！你看你黑不黑？黑呀、啊，比这还黑了，比这还黑。哎，对了，鬼哭狼嚎啊！好啊，你看他们叫唤的厉害不厉害？厉害，比他们叫唤还厉害了。哎，哎呦，人家比什么？哦、吓坏了！边上有一个大油锅，哦，上面青烟直冒，底下是柴火，这锅里边热油嘎啦嘎啦直翻滚呢。哦，边上那个小鬼儿，把那个犯人插挑油锅，下油锅呀，有一个扔里边扎的，嗯，有俩搁一块儿，嗯，抻长了，抻长，搁里扎的。都把人拍成四方的，拉三道，抖楞抖楞扎的，太可怕了，是吧？你是没吃过早点吗？这不就炸油条油饼的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油条油饼那玩意儿可怕吗？炸活人，活人也这么炸？那可不是吗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那边黑的说了，别看了，我们这敬这个啊。你呀、啊，老实待着，我里边给你报个阎王爷去。哦，里边报个阎王爷去，我在这琢磨呀，阎王爷找我，阎王爷找我能干嘛呢？干嘛呀？哦，阎王爷想听相声。嗯，但是我相声不行。怎么了？我不会说单口啊。他不会说，我得把我那个搭档也弄过来。这会儿你想起我来了。我一看他正在那儿呢。啊，比我来的还早呢。我也去了。哎，蹲那儿正吃鸡呢。哎呀。我心太大了，你怎么来的？哎呦，别提了，嗯，我早晨起来呀，开着我那个奥拓，我奥拓开着我就出来了，嗯，刚出门瞧见一个特别的景象，什么景象？有一个人倒着骑摩托车，这玩意儿新鲜，哎呀，倒着骑摩托车呀，不多见，对呀，我看看是王小格吗？哎，对对，王小格干嘛呀？哎呀，我正看着呢，嗯，前面有一破夏利，哎呦，这个破夏利呀，急刹车。哦、我没反应过来呀，追尾我就来这儿了。我是车祸。你说你来这儿了呀，我呀就幸福了。
因为咱能说对口相声，我就省点劲了。啊，你省事了。虽然这类活我也不太省劲，你看看，对不对呀？但是说别的，哎，咱们不就能少说点话吗？哦，有你帮衬着我呀。哦，但是你一来我就心疼一个人呢。心疼谁呀？饼子哥呀。饼，对不对？饼子哥跟你关系特别的好啊。哎，队长跟我好啊。你说你一来，饼哥得多伤心呢。就是啊。哟，饼哥您来了。嗯，饼哥来了。他来了。您怎么来的？啊，哎呦，兄弟，我不是有一破夏利吗？他。啊，早晨我开着我的破夏利啊，我就出门了，瞧见一个特别的景象。什么景象？有一个人呢倒着骑摩托车。哎，场景似曾相识。我看看是王小格吗？我说踩脚刹车，我仔细看看。嗯，后边那孙子没反应过来，哎呦，当我就来这儿了。我说你看队长，那个孙子在这儿呢。在这儿我老得是那孙子。哎，您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了。那是，啊，对不对呀？您能给我们编排节目啊，编排场口啊，还管发队服，对不对？这多好。到那边还穿队服呢。那可不是吗？哎，那边也华人青年。哎，对不对，要不说呀，您来了之后我还心疼一个人。还谁呀？四哥曹鹤阳啊。哦，叫四漂亮。四漂亮，对不对？四漂亮，四漂亮跟您搭档好多年呢。啊，对不对呀？您说您这夸嚓一来这儿了，他怎么能漂亮了呢？对不对呀？哎，他不也跟阎鹤祥一样寡妇失业了吗？哎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正聊着呢，我一看，哟，四哥也来了。四哥来了。四哥，哟，四哥您怎么来的啊？兄弟，我新买一摩托呀。嗨，天冷啊，我把羽绒服倒着我就穿上了。这么个倒着骑摩托车，哎呦，骑得正高兴呢，边上一破夏利，还一破奥拓，这就对上了。这俩孙子追尾了，嗯，当把我就给带堂底下。当时我并没有死，只是昏迷。那怎么来这儿了？来俩遛弯老大爷啊，一看，哎呦，撞得真惨。是，尤其那个骑摩托的啊，那个脑袋都给撞那边去了。哎呦，这玩意儿还活得了啊？啊，就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还活得了啊？啊？那位探一探鼻息，哦，一探鼻息，哟，大哥，这还有气儿，嗯，有气儿，别闲着了，怎么着，脑袋掰过来吧，开，四哥就来这儿了，四哥太惨了，我们四个正开小会呢，啊，那黑子回来了，哎呦，走里边叫阎王爷去，嗯，带着我们就进去了，是一个呀，啊，挺大的一屋子，哦，不小，哎，摆着好些个桌子，有桌子，桌子周边呢还有好些个椅子，还有椅子，正当中啊有一个台。台，哎，台上啊有这个话筒啊，有场面桌，有扇子，有手绢，有醒目啊，一会儿当当钟声一响，哦，哎，就出来人了。哎呦，哎，这个人有特点。什么特点？个头不高，嗯，皮肤偏黑，哎呦，体态微胖，嗯，头顶桃心儿，师傅下来，不要瞎说，吓我一跳。废物，你说这是谁呀？这个形象，阎王爷。哦，阎王爷长这个样儿，哎，太棒了！阎王爷就阎王爷出来了，哎，阎王爷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走着矮子出来的，一拍小木头，房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耳熟啊，举头望明月，我叫阎王爷，哎哎，这何辙吗？这个你们几个 啊， 啊，你们几个就是杨氏凡间臭说相声的吗？啊，他也没好哪儿住去，哎，活了活不了，想封箱了吧？啊？你真是的，都跪下，都跪，一个一个都跪下了，就有一人不跪。谁不跪？饼子哥，他怎么不跪呢？我不能跪，干嘛不跪呀？我是队长。哎，他跟谁冲字号呢？我是队长，还队长呢？哥哥，咱队都没有了，嗨，都来这边了啊啊！赶紧跪下吧，跪还是不跪？还不跪？阎王爷生气了，嗯，指那个小鬼来呀，打他，打。小伙拿着狼牙棒照着磕膝盖，烫就这一下跪下了，趴下了，趴下了呀！哎，阎王爷说了，嗯，你们啊，杨氏凡间打什么鬼，胡说八道，嗯，叫你们打入十八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，你们可有话说？问问我们一个一个都吓傻了，不敢说话呀，烧饼都休克了，哎，那打晕过去了，谁还能说话呀？嗯，这个时候就看他，瞧我了，大胖子刘小航，哎，他愣站起来了，我站起来了，报告阎王爷，啊，我有话要说，您先等会儿吧。我怎么了？这是我娘们唧唧，我还一嘴天津话。阎王爷也知道，啊，说相声一般的都是普通话。对呀，啊，对不对？都是男性居多呀。啊，你娘们唧唧天津话，阎王爷一看，又抓错了吧？嗯，坏了，给朱鹤松抓来了。嗨，要命了啊！
对不对呀？哎，抓错了放走吧，把我放了。把你放走了，我们能干吗？嗯，我们一折的不就全走了吗？啊，是个主意吧？哎，你八嘎阎王爷，我就这样吧。我有话要说，嗯，啊，你说我们德云社这个相声不好啊，嗯，他跟我们说不着啊。哎呦，我们都是跟那个老先生学的，对，人家那么教，嗯，我们那么学，对，人家那么说，我们那么演。我要起飞呀，我。我干嘛呢？我这还跳上了我。你得吸引阎王爷的注意力呀，啊！我吸引他注意力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我们说不着啊，哎，找老前辈去吧。找谁呀？马三立呀，哦，哎，侯宝林呐，啊，郭荣启，你找他们去吧。找他们去。阎王爷一想，哎呀，这个胖娘们说的有道理。哎，还胖娘们呢。行了，死罪免了。哦，活罪难饶。是，别当人了，当人就胡说八道啊，变兔子吧。变兔子了，我也想变兔子，能活命就行。是啊，哎，变就变吧。嗯，唰，拿了四张兔子皮。四张，三张写着公，嗯，一张写着母，怎么还有母的呀？倒霉就倒你身上了，报告阎王爷。哎，完全耽误了。哎呦，我也想变兔子，嗯，必须变着公兔子。干嘛非得公的？多新鲜呐！这都认识，仨公的一母的，我变那母的，啊，我豆子地里我要碰见这老三位，我活了活不了。我以为你也够巧的。是是是。我就打了这么一功夫，这仨人一人来公兔子皮，唰，全都走了。我们都机灵，就剩一母兔子皮跟我。我说这阎王爷，这我可不能变呢。你不变，你赶紧变，变，这我真变不了。嗯，你变不变？变，这我不变，不变，来人打的。小伙拿着狼牙棒照我这脑袋，嘡，就这一下，呵，打的我这个疼啊！这么一疼啊，哎，我醒了，醒了。哎，我一看，嘿。我可没变，哎，那我们也没变。谁说的？嗯，我养那兔子都说话了。说什么了？我是队长。哎，他变了。请欣赏相声《偷斧子》，表演者张鹤晴、刘鹤安。谢谢啊。感谢朋友们的掌声，哎，谢谢大家。节目呢是一场挨着一场，一段接一段。刚才这二位演员很辛苦，哎，下台休息，哎，是把我们哥俩换上来继续给您表演。到咱了，刚才这个作品非常好，嗯，哎，就论梦，对啊，这是一个传统的作品，嗯，二位演员呢也不是说跟原来一样，嗯，放在舞台上，嗯，脱节时代了，哎，对，也是说进行了改编，哎，动了动 啊，把传统节目当中肮脏的东西拿掉，多好啊，加入更肮脏的东西。这节目都越改越脏了，很优秀，哪优秀啊？下台休息，哎，啊，像我们这个舞队啊，嗯，人才济济，嗯，对，啊，因为我们这个队长呢，嗯，是 COO， 嗯，他是就高于副总的这么一个那么一个级别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后台有人叫我，后台有俩耗子是吧，嗯，？COO，哎，啊，我们这个队员也非常优秀。明儿摄像大机也在我们队，哎，嗨，啊，这都非常有趣。那包括我们这老先生，团里边有老先生，谁在后面？嗯，没事，老看着。嗯，张九龄在后头。哦，行，张九龄就是老淘汰那个。什么老淘汰？对，对，一上来就淘汰那个，那就是啊，嗯，就是我们这淘汰之王队。嗨，德云逗笑社淘汰这几个人全是五队的。灭无对了，当然这个东西总要有人被淘汰，嗯，你得有一个厚道的心态，是，啊，咱淘汰人家留住了，嗯，对不 对， 对，淘汰就淘汰了，是，这东西就是由一个好心态，哎，你心态就好了，咱得厚道啊，嗯，对吧，说实在就这些个演员，不光张九龄、王九龙、烧饼、曹鹤阳，嗯，我们团里还有老先生呢，哦，你团里有刘春山，嗯，刘先生，哎，对啊，刘春山先生，刘春山老师、嗯，老师，就是啊，新拉的双眼皮，嗯，是，啊，刘老师，刘老师拉完双眼皮可精神了，嗯，原来像80多的，嗯，拉完像90多的，啊，拉了10岁上了。刘老师非常好，嗯，能写能创作。对，你前两天孙越老师跟这个 Oh My God 说了这么一个相声啊，李佳琦呀，啊，嗯，说了这么一个相声，嗯，那就是刘春山老师创作的。哎，对，他给写的啊，你看非常优秀，嗯，对，包括越哥，嗯，那几年春晚，嗯，也都有刘春山老师贡献的小包裹，哎，都帮了忙了，很厉害。对啊，好多朋友也问，嗯，这是一个无冕的相声演员呢？什么叫无冕？无冕之王啊！谁呀？刘春山太厉害了，是不是家里边有干这个行业的啊？其实大伙儿可能误会了，哦，啊，刘春山他们家没有干这个的，是吗？他爸爸不是说相声的哦，那他爸爸，他爸爸是个和尚，哦，他爸爸和尚就是
和尚没有头，和尚也拉双眼皮儿去。头，哎，他漂亮。后随他爸爸，他漂亮是吧？您等会儿，你知道他爸爸是个和尚，就是僧人。刘春山他爸爸是和尚，对。那刘春山打哪儿来的呢？对吧？你这是这个问题。那你这有街坊邻居帮忙啊？是吧？他妈得多随和啊！什么叫随和？什么叫帮忙啊？帮忙弄医院去。你说清楚。他爸爸不是真和尚，不是真的水货。不是能这么说吗？这假和尚啊？那你说假的骗人啊？那个和尚吃斋念佛的，那是宗教，嗯，那是信仰。对呀、啊，他爸爸那不一样。他爸爸迷信，假的，封建，哦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哎，你骗吃骗喝偷东西。哎呦，还偷东西，啊、美其名曰给那个亡人呢、啊，嗯，念经超度亡魂。哎，有这么个词儿？哪有超度？谁见过亡魂？你见过亡魂吗？我上哪儿见去？我刚才看见俩，在哪儿啊？马孝胜跟刘少寒了，倒骑摩托。哪有亡魂的？没有，这都迷信，哦、假笑话，嗯，这都是骗人的，嗯，没有这东西。他爸爸就说有，嗯，哎，那有的人呢，借助人家这个孝心，就说有，请他爸爸给念经。嗯，念经去了，骗吃骗喝带偷东西。哎呀，不，最可气的就是这偷东西，是吗？啊，你说这假和尚吗？哦，跟真和尚待过几天，也住过，会念这么几句经。哦，您可听明白了、啊？怎么了？就会念几句，哦，不多。哎，你要不拦着他，你让他往后念，嗯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。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念，有这么一个文词啊、嗯、叫胡说八道啊。哎呀，这叫文词吗？胡说八道、哦、自己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，就这样。哎，他不会呢，就会念几句嘛。嗯，但是你说他完全假吗？嗯，也不尽然啊。什么叫也不尽然呢？您这我哪来那么一句呢？拽了一句文嘛。哦，哎，你说他完全是假的吗？倒了一句口。嘿、哎嗯、也不尽然。哦，也不尽然、嗯、他也有真的。哦，也有真的。哎，和尚穿的那个，嗯，穿衣服，袈裟，叫袈裟。对，吃和尚穿袈裟。袈裟袈裟不是说哪儿都能买。嗯，你上百货大楼来身袈裟没有？那也没有，对吧？你怎么时装秀没有穿袈裟走秀的？哎，这嗨，没有，对吧？那不好看。你问问百货大楼，对不对、嗯？你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他爸爸也在淘宝网上问过，还上网问。双十一吗？嗯，他爸爸也问过。哦，怎么问呢？啊、找个店家，嗯，聊客服，嗯啊，有袈裟吗，亲？嗯，那人家怎么说呢？滚，亲。哎，人家也客气，反正。好嘞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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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咕噜什么呀？就咕噜，还真滚了是吗？您这父亲很诙谐，嗯啊，没有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没有也不能光着去啊！哎，对，哈、啊，光着 光屁股给人念经，光着念经有伤风化呀！哎呀，那是不好看。啊、那这样吧，嗯，改吧。怎么改？家里边有那个背面，背面。结婚的时候，嗯，结婚的时候都那做那个大红背面，嗯，哎，他爸爸他妈结婚的时候的大红背面，嗯，拿出来缎子的，嗯，改一个袈裟。那好看吗？好看、啊，嗯，人家这个袈裟，嗯，太好看了。怎么好看呢？上边有喜鹊，哎，啊啊！结婚的红背面上有喜鹊，有个鸟，这老两口子要满天飞呀、啊，这是要、啊。这个鸟人呢？什么鸟人？没有，嗯，人家结婚的红背面上是一个龙，一个凤，龙凤呈祥，吉祥如意。那可能是那龙给面进去了。什么叫面进去？哎，然后那个凤呢？嗯，那尾巴也面进去了。都粘进去，哎，然后那个缝就像一个喜鹊一样，哦，哎，这甭管怎么着，嗯，挡上点就行啊。那袈裟是红的，背面也是红的啊。那金砖的那金线那条那是金的，啊、那鸟那也是金的，嗯，差不多就完了。大圆一看，差不多、哦、吉祥、哎、啊吉祥，还有脑袋上戴那个啊五张 pass 牌，人那叫五佛冠，什么五佛冠？生日快乐粘的老 K， 哎。那就是五张 pass 牌，当然他这一副牌里边没有五个 K， 对呀、啊，啊，他就弄四个 K， 嗯，一个圈儿，天津叫嘎的，嗯，天津叫嘎的，叫圈就 Q 啊，嗯，四个 K 一个 Q， 干嘛呢？这个太好了，怎么了？念经的间歇可以斗一斗地主，怎么斗啊？四个 K， 炸，叮咚叮咚，自己配乐是吗？我就剩一张牌了。哎呀，反正玩的规矩，春天，哎，有五颗牌打春天的吗？我的花都谢了，你的花早该谢了，你一个和尚、嗯，你还有花呢？这不有这么一个词吗？哪一个？有一个 BGM， 什么 BGM？、啊、没有五颗牌打春天，哪跑？我的花都谢了，对吧？我等到花都要谢了，你的花都等是吧？多谢，我忘了等了，哎、你的花就谢了，哎。春天，嗯，就五颗牌打春天，哎、还有那个法棍儿，那叫禅杖，叫什么？禅杖，
你们家管笤帚叫禅杖。笤帚？笤帚，扫帚。扫把。扫帚疙瘩。扫帚。扫帚都用完了，就剩一棍儿。嗯、就一盒，不，就拿一棍儿。扫帚疙瘩。你怎么不拿个真禅杖呢？你想想，他这身打扮，啊、背面 pass 牌来一真禅杖啊，显得禅杖多假呀！好家伙，把真的倒变成假的了。你不能拿这个把这个绑过来，就拿这个把那个绑过来。把哪个绑过来、啊？来一个笤帚疙瘩，就这是一个和尚，这都弄齐了、哎、啊！手底下有一帮小员工，小员工、啊、说是叫徒弟啊，其实就是小兄弟，嗯、家门口的、嗯，干什么工作的都有，嗯、跟着他爸爸缺德去。骗吃骗喝带偷东西，这帮人还都有点手艺哦啊！你说这个打个锣呀，嗯，敲个鼓，嗯，九音锣、小笛子、小说都会吹，全都会，吹不到点上，反正就热热闹闹就完了 啊！他爸爸也外边撒广告去，弄那个三里屯，弄小卡片啊，地下全是他爸爸。我知道地上那小卡片都是那包小姐什么的。轩轩，嗯，轩轩，轩轩，轩轩是他爸爸。丽丽，丽丽是他爸爸。这就是法号，法号。对，他爸爸，轩轩，丽丽。三里屯门口一帮刘春山他爸爸。轩轩，丽丽，嗯，萌萌，萌萌，念经吗？念啊，好家伙！完三张卡片里边有一个他爸爸。嘿、啊，好家伙！没事就跟他办证去，念经去。他爸爸净喷的小广告、啊。有人找吗？那天他爸爸在家吗？电话响了。还苹果的，喂，阿弥陀佛，不是您等会儿，我呀，我是听你讲，您先别讲，您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，哎，嗨，您这演的也到位，斯坦尼的表演方式，别泥了，你知道吗？别泥，不是谁哪位上来一接电话头一句话，喂，阿弥陀佛，有这样接电话的吗？怎么应该呢？最基本的，喂，您好，您哪位？我谁谁谁，我刘春山他爸爸，缺乏经验，我是刘春山他爸爸。刘春他今儿没来对吧？我刘春这最基本的得这你有什么美？他长得一点都不像你，你美什么呢？开心就好，开心。我也姓刘呗，对吧？啊，我刘春山他爸，我是张九龄的爸。哎，反正张九龄今儿来了，那没事。哎，行，你开心就好。怎么样？我开心。不是最基本，你得这样接电话。儿子快过生日，谁呀、啊？谁一接电话，喂，阿弥陀佛，有这样的吗？那不行啊！你喂，你好，我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？哪个行业都能这样，对呀、啊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你这分不出来呀、啊啊。你看人家这个，喂，嗯、阿弥陀佛，这是就显得自己这么 professional， 嗯 ，professional， 这是一和尚说的话，很国际，嗯，好，哎，哎，阿弥陀佛、啊、，professional， 那么的了，第二句就开始水了、嗯，哎呀，家里死人了，好啊，嗯，不是，哎呀，注意你的感叹词、啊，没事啊，嗯。你先别乐啊！嗯，谁也乐了、啊？你那是哭啊！嗯、你看你真喜庆，哭个乐似的、嗯。哎呀，你先别哭。嗯，这个人呢，嗯、刚倒头嘛。嗯，没全死。哟，没全死。哦，这人呢，你看不见的，他是、嗯、他没有气儿。我知道，你别害怕。嗯，他还有一荤一魄，在你们家正飘着。就看你孝顺不孝顺嘛，嗯、你做这些事儿不都给死人看的吗？嗯，一荤一魄在外边正飘。嗯、哦，哎，你别着急，嗯，我还没去了啊，那你要去了呢？魂飞魄散，这是个好词儿吗、啊？你别害怕，你看我知道，我就不告诉你了啊。嗯嗯，你姐那胆儿怎么那么小呢？哦，你姐你这，你这，嗯，我教你个咒语啊，你念这咒语你就不害怕了啊？念什么咒语呢？啊，嗯，你念这个啊，嗯，愿主保佑我。哎，对，你念这个，你是个和尚，念这啊。和尚教人家你念主保佑我，我不还没去了吗？借点外力，啊，行。你和尚你不应该念阿弥陀佛吗？念阿弥陀佛，我不告诉你阿弥陀佛那是我念的，你念不管用，你就念愿主保佑我啊、哎呀！去吧，去吧，马上就去，当天的事儿。嗯，现传人呢？找人吗？现找人念经去。嗯，有病的有病，有事的有事哦，还是少、啊。最后东拼西凑、嗯，还差一个人。哎呦，给他爸爸急坏了。嗯，这玩意儿少一个人去不了啊。嗯，一回头看见刘春山了。嗯，春山，嗯，晚上有事儿吗？问问。爸，晚上没事儿。嗯，晚上我歇休息歇。嗯，太好了。怎么了？走吧。啊，跟我念经去吧。念经？不是，爸爸，嗯、你那个玩意儿我不会呀、啊。人家不会，你不会。对，我会。漂亮，爷儿俩都不会。你会，你会，我就跟你去吧。他跟他爸爸念经去了。不是，您等会儿。嗯，你哪一句听出你爸爸会了？他不
是说了吗？啊，你不会，我会。这句话呀，是一把双刃剑，就看你怎么信了。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，不，然后呢？啊、他跟着妈念经去了。你玩听着都新鲜呢，有什么新鲜的？念经带儿子，这不新鲜啊！我说相声还带着你呢啊！不是，您等会儿 吧，这跟咱俩没关系啊！啊，那你说他提咱俩干嘛？人家到那儿不以父子相称，咱俩也不以父子相称啊！对啊，对什么对呀、啊？您这，你别绕着我，你他不光跟你不以父子相称，后台我们都不以父子相称啊，是吧？我们该叫队长叫队长。对吧？回到家呢？回到家呢是叫师哥。好，可以可以啊、什么是可以啊？你就到那儿，人家那个刘春山的爸爸就是师傅了啊、他爸爸他那个刘春山的就是徒弟了，那还是父子辈。一行九个人，嗯，天津啊，那是一家四合院，嗯，四合院就一家里边都是一个人，嗯，哎，一家人，一家住户，关着门，他爸爸一踹门，嗯、怎么还踹门呢？有气场啊，气都在脚上吗？脚气嘛，嗯。漂亮，阿弥陀佛。嗯，天津有那大了，嗯，就专门管这堂白事儿的。哦，有什么事儿不明白，你找他。嗯，得给介绍啊。这是本家姑奶奶。嗯，啊，这是 professional 破大师。对、啊，破大师。哎呦，你了扫累吧，我爸爸可死了、啊！我爸爸可死了呀！啊，那个、甭管了，甭管了、啊。本家高大的法台，嗯，他爸爸大帽，嗯，主要念经的这个，嗯、他爸爸站在这儿、嗯，啊，上边。八个徒弟、嗯、一边四个雁别翅排开，就是坐在两侧嘛，安排一下，你们四个坐这儿、嗯、你们仨坐那儿、嗯、来，刘春山、嗯、坐在我左手边最后一个。为什么要坐在左手边最后一个呢？你想啊，那儿离门近呢、啊、哦，有什么事儿他儿子好第一个跑啊，这是亲爹，我看看得给老刘家留后啊。嗯，好吧。啊，我坐好了、嗯、差不多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怎么了？我没说话，就是人家姐姐乐一下，我们俩对了一下眼神以后，我们俩，哎、你演出就演出、哎，不要老跟女观众对眼神、嗯、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姐姐，我不能再看你了，观众，我已经耽误捧哏了，现在有一些距离，好不好？姐姐一边吃一边看我，我主要馋她那爆米花，不要，我不要。奶姐姐，姐长得真漂亮，对啊、嗯，快来吧。来哪儿了？这是给老刘家留后、这个、刘春山他爸爸是个和尚，家就别打头来、啊、别打头来啊，就都到了，穿好了戴好了、嗯、啊，他也穿上，背面配上、嗯、pass 牌戴上、嗯、法棍儿上，嗯，先得念这么几句经。念什么经呢？咽口诗十开十六本经啊，这就要开始了。他爸爸也有这么一块小木头、哦、一拍这木头就念上，念吧。请了，道场成就真迹将成，摘住前程上香舍拜，三下中举扬声号，苦海滔滔孽自招，迷人不醒半分毫，世人不把弥陀念，忘在世上走一遭。可以，念得好啊。我有一万九万九藏护胸，护胸多珍重，珍重化雨声八徒弟，哎耶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！我头一次知道这赠武兄啊能驱魂，真的，我长见识了。赠武兄嘛、嗯，哎，念这个，嗯，他您注意了吗？嗯，他爸爸在赠武兄的时候啊，嗯、眼睛没全闭着，也没全睁开。死的那是他兄弟是吗？哎呀，虚乎着眼儿、嗯，看看本家有什么可偷的没有？要偷东西了。他爸爸看见一样、啊，看见什么了？就在那个门和那个墙这个犄角旮旯那个位置、哦哦哦，立着一把斧子。斧子怎么了？他爸爸一看，呵，嗯，这斧子好、哦，我就缺这么一把斧子、哦，我得把它偷走。哦，要偷了？哎，但是我偷不了。怎么呢？目标太大。怎么目标？我背面 pass 牌法棍儿不行，哦、这是偷不了了，偷不了。偷不了怎么办呢？嗯，我看着他，我痒痒，我男人说，我得把他弄走啊！哦，要偷走，我怎么办呢？哎，嗯，让我儿子刘春山把他偷走啊！让刘春山偷，我怎么告诉他？那你直接告诉啊！啊，你就喊呢？怎么喊？
春山回头门后头有把斧子偷走，这不行，这是刘春山听明白，本家也听明白，都念经来的，念经告诉他，念经怎么告诉呢？你拍这木头，叫徒弟叫刘春山，门后头有把斧子临走烧着，不知道您各位啊，我服了，门后头有把斧子临走烧着，这一下嗯刘春山听明白了，就知道了。你看我的老父亲，嗯啊嗯，你看这个离得远，眼神好。嗯，他一回头一看，这把斧子怎么了？斧子杆得一米五，嚯，斧子头得四五十斤沉呢，那可不轻啊。这偷不了啊，我拿着它杀出一条血路来，您看行吗？那挺好 啊，你杀完你爸爸再超度，接着赠五兄。嗯，没有撤退可言的。对，冲起来吧。哎 ，many has been slain。绑这个了，绑这个，那就偷不了。偷不了，得告诉他爸爸呀。直接说呗。直接不说不行，怎么来怎么回去啊？念经念回去吗？孙师傅，嗯，摘斧子，这斧子头沉杆儿长不得耶。嘿，这斧子头沉杆长不得一，爸爸气坏了，嗯，一着急把这拘魂铃拿起来了，拿铃呢，摇这铃子给他出主意，出什么主意？啦啦啦啦啦，接着墙头扔出去，接墙头扔出去。春山一听，怎么扔出去？让你扔，扔不了，怎么能扔也不扔？为什么？刚才都没看见，背着他爸爸也没看见，已经偷出一二去了。他偷什么了？本家新买的一口大铝锅，锅三层屉、嗯，一回没用过，这不就新的吗？谁都没看见，扔墙头外边去了。哟，这阵怎么意思？嗯，让我把这斧子也扔墙头外边，也让你扔啊？甭问呢，嗯，还是那个着陆点。哎，对，不就把锅砸了吗？你要这么扔，肯定砸锅呀。那你怎么哪个值钱呀、啊？锅是新的，锅值钱啊。他得把这一大套理由都得按着念经的味儿告诉他爸爸。啊，这个一句半句说不明白。他说了吗？说了。他怎么说的？刘春山多聪明，啊、他把木鱼拿起来了，拿木鱼一边敲一边说。怎么说？孙师傅，你听着，这墙头外边有口锅，我一扔斧子砸了锅，锅比斧子值的多。依着徒弟我们说，咱们要那个，不能要这个。哎、全给说了。宝笑马上来袭，请欣赏反七口，表演者靳鹤兰、朱鹤松。谢谢您啊！哎呦嚯呀，太脏了，你喜欢的啊！谢谢您各位吧啊，感谢来了不少好朋友啊，欢聚在我们德云社听听相声。刚才那段说的也不错，偷斧子多幽默呀！二位老师后台休息休息啊，这场呢把我们哥俩换上来再说一点，继续给您说相声啊。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，也有陌生的朋友。对了，跟您熟悉熟悉，认识认识。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，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。哎，这是我的搭档，好多朋友对他也很熟悉了。是吗？啊，叫什么名字？朱鹤松，朱老师 啊。现在越来越好了哦啊，包括现在喜欢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，有一些老朋友了。其实呢，喜欢朋友多是好事。这是什么好事呢？哎，慢慢看你的多了，哎，你的名气越来越大了。对了，这还不好吗？这多好啊。对呀，但随之而来的演员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。哎，喜欢的人多了，他压力就大了。哎，压力就大了呀，朋友们啊。无论是说呀，包括这个能力方面哦，包括金钱方面，嗯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。哎呀，那是我们的挑战啊。对，尤其像我们现在我们哥俩来说吧，啊，名气还没有多大，不是明星大腕儿。对了，挣的钱也不是特别的多，可以称得上是寥寥无几。这对我们演员来说很难，这压力又出现了。压力，尤其像我们这个慢慢的啊，都结婚了、啊，对了，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，有家庭了，哎，全家的重担挑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哎，难上加难，他挑着担子走四方啊。尤其像我们家庭来说吧，啊，一个七口之家，哎，对于我来说，这是我的难处。他们七口之家对他就是一定，您先等一会儿吧。舞台上表演，您先等一会儿。怎么了？哎，您说话有误了。这个演员一定是走神了，要不然就是忘词了。我不敢忘词儿，那是。哎，您有点瞎乐乐了，您有点。
我是瞎呵呵了。哎，您家我太了解您的家庭了。您了解我吗？您家六口人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你能比我了解我们家吗？我太了解你们家了。七口人，六口，七口，六口，七口，六口定了，七口准了。你怎么这么抬杠呢？不是抬杠，这你跟我矫情什么？我们家的事儿我不比你清楚啊。那您要说这话，咱当着这么多亲爱的衣食父母们，咱在这儿算一算怎么样？你的意思不演出了？哎，不要再讲相声了。好，好不好？算一算，咱在这儿算一算你们家几口人？这玩意儿怎么算呢？怎么算？怎么算？你说怎么算？我给你拿个 iPad 算。太棒了，咱们要玩会儿游戏呀。不是，那怎么算呢？我没算过这个，我在家一般来说我都数人头啊，天天买多少东西我就了解了。不用数人头了，咱们拿起这个手来就可以算了。哎呀，还挺白，怎么算吧、啊、咱们拿出这个手来啊，手往这一摆，一二三四五，攥拳为五，小拇指出来为六，无名指出来为七。你那意思说无名指只要一出来我们家就是七口人，他肯定出不来。他肯定出得来。不可能。那来一回呀、啊。那我可就拿手算了啊。等会儿啊。哎，我要。我先得说一句啊。算可以。咱是不是不能白算？不能白算了。多新鲜呢，一人算完了。啊。一看我们家确实七口，你铁大嘴。是七口，完了。哦，这样不行。对了，咱也这样、啊、挂一点小小的赌注。咱们赌一点什么呢？咱。赌钱行吗？赌钱可以啊，别太多了。赌钱可以，毕竟挣的也不多，咱们少赌一些。赌多少啊？小赌怡情嘛。啊，咱就一个亿。你要买韩一呀、啊？你要？干嘛呀？给我烧纸了这些？是太多了，咱少一点少一点、啊、一分钱吧。一分，您天上一脚，地上一脚啊。这样，我给您折一个中间数怎么样？中间数是多少啊？100块钱。呸！哦，不文明了啊！不文明，我一个亿一分，中间数是100，不文明了。你可以说我说错了。你懂数学吗你？我不懂数学，但是你不可以用你的口水来喷我，是不是？100块钱行，100块钱行不行？100块钱吧。那我开始算了、啊。怎么算呢？我得拿手算，从大往小算，好不好、嗯？好，我开始了啊。嗯。头一口，你爸爸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拦您一下，100块钱可是100块钱，嗯、咱说明白了。我要新票，肯定是新票。我这人强迫症，哎，必须得新，对吧？你抓了抓成一个球了，打开我看着我别扭。不行，看着那种褶皱感，浑身麻麻咧咧。太对了，是不是？对了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有点强迫症，绝对是嘎嘎新的新票。头一口，你爸爸，哎，我琢磨了，这100块钱是100块钱，我不要钢镚儿，我换100个钢镚儿，我要砸死你啊我。我上哪找100个钢镚儿？别人弄死我！你这个没有，咱就100块钱整的，整的，人一张的，一张的，上面写着100元的人民币一张，好不好？这是个假币啊！头一口，你爸爸。哎，不是这个100块钱是100块钱呢，还得说明白了，嘎嘎新，嘎嘎新，不能缺角，那肯定不能缺角、啊。你别回来，你自己淘换一张，缺七个角的，你给我了。我也没这花钱，一张100块钱缺七个角，那不缺成圆形了吗？那个，你给我变成现大洋了，哈哈，不要再幽默了。咱说100块钱，他又现大洋了，这位，我这交代明白了吗？不要再说了啊！行了，我要再算，他还得答应。头一口你，哎，你是算你是答应啊？咱这好好算，咱好好算，不要再答应了、啊。不答应，不答应。你要再答应，我可抽你了。我确实相信你能干出这个事儿啊！你要再答应，我可要用这十几根小竹棍打你的头了。哦、能明白了吗？息怒吧，息怒，息怒、啊！我不要再生气了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一会儿内分泌紊乱了、啊。哎，我要开始算了。算吧，算吧。头一口，你爸爸答应。他也怕挨打。我咽了。有咽爸爸的吗？哎。不是、哎，这个打嗝翻上来了。您这属于矫情了、啊，不是矫情，有点拿我开玩笑了。别生气，别生，我不生气。你怎么这么大脾气？我又生气了。你这样，我给你一个小建议。您什么建议、啊？你从二一口算不就得了吗？从第二口开始算。对了，太好了，这头一口就过去了啊。你爸爸过去了。不是，我这意思呀，就让他躺这儿了，好不好？对，什么叫躺这儿？就让他就是不再进行他的话术了。好不好？就你就完事儿，从二一口来就得了，不再赘述了。哎，不要赘述了啊！嗯，你妈、你哥、你嫂子、你媳妇儿，你看，
就这么七口人，这不六口吗？七口，六口，七口，你这个出来才七口呢，这不出来了吗？您这是骗出来的，这是骗出来的。你手要不就有毛病？我手有什么毛病？你手我估计是个六指儿。我手是六指儿。对了，您看大伙儿看看您手，您看看怎么看，是不是六指儿？您是不是六指儿？这赠送大家一个小魔术啊！你看咱这手就没有毛病，您这手没毛病，没毛病。拿您的手数，拿我手数，我们家就是七口人了。哎，那您拿您手数，再来一回、啊。他算我也答应，算了啊，算开始算。哎，头一口，他们老两口子。哎，他们老两口子，嗯，他不说爸爸。哎，我妈，我哥，我嫂子，我媳妇儿，七口吧。哎呀，这是个无名指吧？哎呀。你们家比划这叫无名指啊？您再来一个，这不就是无名指吗？他们俩两口子，我妈、我哥、我嫂子、我媳妇儿。哎呀，我想一想啊，你琢磨琢磨，我这一会儿没有问题，一会儿我就得乱了。我告诉你，他们老两口子，他妈、他哥、他嫂子、他媳妇儿，七口吗？这不是。他们老两口子，他妈、他哥、他嫂子、他媳妇儿，他们老两口子，他妈，哎，数，什么叫数？数，数半天他也是白数。数，最后一遍啊！来，再来一遍看好了。别嬉皮笑脸的，没嬉皮笑脸的，严肃点。你把咱俩聊正事儿呢，你把这个器官关上行不行？别老笑啊！好好的啊，来。头一口他们俩两口子，我妈。打住打住打住，倒霉倒你妈身上了，倒你妈身上了。他们老两口子当中已经有你妈了，还有一个妈，你俩妈，你爸爸包二奶。你能文明点吗？我这挺文明。我那是我干妈。干妈干妈干妈不算干妈。你刚才说不算了吗？干妈不算。你爸跟你妈是什么关系？配偶。你爸跟你干妈干配偶。干妈，你要说干妈不算，干妈不算，我们家也是七口人。干妈不算，你们家就是六口人。你再来一回不就得了吗？来吧。好了啊，头一口他们俩两口子。你干妈再出来，我要跟他结婚了。不要再出来了。你这口味也很刁钻的、啊、我哥我嫂子、这是谁？这是你呀。我媳妇儿。你媳妇儿。按照惯例来说您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。这你老看不懂，这他们俩两口子没我干嘛事了、哎、这是我哥我嫂子，这是谁？你我媳妇儿。有问题吗？我想一想啊。你想一想，你把它收回，你歇会儿、啊，他们老两口子得没有他干妈了，他哥他嫂子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他媳妇儿，来吧，数。你是真麻烦，哎，挣你点钱太难了。数，他们老两口子。第六，我哥我嫂子，这是谁？你呀、啊，我媳妇儿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这什么呀？这个怎么了？你还没回去呢，你媳妇儿就出来了。这是什么家庭啊？这是我们家庭怎么了？你媳妇儿在外边野，你在外边浪，你爸爸包二奶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什么了？乱七八糟的。不是，你这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？有点不文明了，不文明了，不礼貌了。是不是？你等会儿啊，我就等会儿。你等会儿，我等会儿，我也琢磨琢磨。您别琢磨，你等我得，我不行，我你琢磨半天，凭什么不让我琢磨？你因为你输啊，你敢把钱给我？我输我也得琢磨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。节目需要我在这儿琢磨琢磨。琢磨。我出门的时候我在厕所数来着，是七口。您在厨房那也不对呀。这么着吗？我，对了。我想起来了。你想起什么来了？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。我少算你们家谁了？你当着这么多位好朋友的面，你说，哎，哎，你算我儿子了吗？哎，拍着你这个良心，你琢磨琢磨，你算我儿子了吗？琢磨去吧。他是有个儿子呀。
我把这茬给忘了呀。前两天刚得一儿子，横竖是根棍，大小是个人物，这么大跟水耗子似的，但他占个名额呀。这输100块钱是小，他后台一说朱鹤松不识数啦，完了朱鹤松，我不用后台说去，他们都听见了，不识数，多么愚蠢，多么寒碜。这回啊，我给来一个死不认账，我就说我算他儿子了。阿进，哎，阿进，怎么了，阿朱？我算你儿子了。别闹，咱别玩笑啊！我没跟你玩笑，没跟你玩笑。那你说什么呀？我算你儿子了。你在哪儿算的我儿子？我就在这儿算的你儿子。你多大算的我儿子？我就现在算的你儿子。你算我儿子，谁看见了？我算你儿子，大伙儿都看见了，对吗？对。那就没杠台了。你算我儿子，我们家七口；你不算我儿子，我们家六口。对呀，我算他儿子，他们家七口；我不算儿子，他们家六口。我又过去给他了，我又。这话没错。给钱吧，我说是，我是给钱，是给钱。我一会儿给你行吗？我你让我冷静冷静行不行？你让我冷静，我稀里糊涂，我跑这说相声，钱没挣着，我还赔100，我还。你冷静冷静，我让我冷静。你琢磨琢磨，你琢磨琢磨。冷静冷静，我可吃了大亏了，我这么半天我过去给他了，不行，这回跟他来一个照方抓药。其实我们家六口人，我一会儿愣告诉他我们家八口，他肯定不信，他肯定得给我算。算到第七口，我说你还没算我儿子呢，这便宜我就抄回来。算到第八口，我说你还没算我孙子呢，这便宜抄回来我还长他一辈儿。就这么办了。阿进，快点回来，阿进快点，不要上吊，快点回来，快快阿进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要在后台吊死？他在耽误他们的时间。阿进，咱们现在你可以给我钱了吧？啊、我现在可我一会儿给你钱，我一会儿你必须现在给我钱。我觉得你就是个骗子，我没骗你。因为后台呀，你那个裤子四个口袋都没有钱，连你的书包里都没有。一看你后门怎么不带钱呢？你一看就是个骗子，我压根就没穿裤子来。不要再翻我了，知道吗？不要再翻裤子了。这谁翻的路、啊？咱们再聊一聊天好不好？又聊两句了。说一说话，聊一聊天。给后边报个幕吧。哎，他们的时间不要再说别的了，聊一聊彼此的家庭，聊一聊彼此的。我问问你们家，你也问问我们家。朱鹤松，你也问问我们家。我问问你。问问你是吗？聊聊你的家庭、哎、聊聊我们家呀。啊，你们家其实也没什么好聊的。我们家他聊太多了，你看要说提起我们家可真热、啊、说话说话你乐什么呢？在这我这是乐呀，我看你挺开心的。我们家也困难、哦、你们家也困难困难困难呗，困难困难吧。我们家人口多、哦、你们家人口多、啊、掐死了，掐死了，我下不去手。我来我替 你来也不行。干嘛？我们家八口人。哦，你说你们家八口人？你不信？我信，我信。这会儿他又不抬杠了，抬杠吃亏。你信不行 啊你不能信，你得给我算呢。算什么呀？其实我们家六口人、嗯、我骗你，我说我们家八口、哦、你肯定不信，你就算了。算到第七口，我说你没算我儿子呢、嗯、这便宜我就抄回来了。可不吗？算到第八口的时候、嗯、你还没算我孙子呢，这便宜抄回来了，我还长一辈儿、啊、就这你不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我全告诉他了。我说的多清楚啊，也没打分，也没错。行行行，那不行不行，那你也得给我算，你给我算。明白了，算。不就是你给我算的时候，貌似吃了这么一丢丢的小亏。我吃了大亏了，想早不回来吗？哎，可是能满足你这个愿望不就完了吗？我给你算不就得了吗？给我算。怎么算？我怎么算？你怎么算？你怎么算的？拿手算，一口一口算，从大往小算，不许两口两口往外蹦了啊！行，明白吗？我给你算不就得了吗？对对对对。现在算了，现在开始算了啊！开始了，你想我先整理一下我的情绪，哎、准备好了吗？可以。头一口，我先算你爸爸、哎。朋友们，你们都听见了，人有失口，马有乱蹄。头一口，他先算我爸。
您先等会儿吧。等啊，这头您不能先算我爸爸呀。那我后算你。你后也不能算我爸爸呀。那我怎么才能算你爸爸？你怎么也不能算我爸爸。那我不算你爸爸，后台这么多坏小子，谁算你爸爸？我告诉你，这便宜谁也抄不走。嗯、我算我爸爸。哦，你算你爸爸、哎？你妈乐意吗？不算了。接下来的节目很热闹，群口相声，请欣赏八马褂，表演者烧饼、曹鹤阳、张九龄。给您换一场，哎哎，太有意思了，这么长，这个太好了、哎、啊，是。刚才是靳鹤兰老师和捧哏巨匠哎朱鹤松啊朱鹤松，整场都很精彩，对对对对，尤其这个主持人是最为精彩的 punch line 了、啊、对，哎，这是咱们的师侄辈分，哎对对，这已经是特别好的师侄了、啊、对，今天让他保姆就是我们五队最大的师侄、哎、对，哎你好，高小宝应该是小字儿的老大吗？哎，对，高小宝是小字儿的大师哥。啊、对对对，小字儿里边说相声翻跟都最好。到底是说相声翻跟都行都行。在德云社舞台少提大师哥这仨字儿。对，少提大师哥这仨字儿、哎。好了好了，不要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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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嗯、这有两个在这儿的呢。对，特别的开心。哎，咱们仨演一个。哎，这演员怎么给自己加戏呢？幻觉。我送送云字哥的大师哥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聊了啊！大师云字科大师哥都是云师哥，都是云师。好，哎，咱仨凑一块儿不太容易。对，因为五队这转瞬间吧，加入五队已经两年了啊。但是跟二位一年半啊，一年半，有半年咱没演。对对啊，跟二位师哥在一起呢，机会是少之又少，是不多，倒是因为这个饼哥四哥也比较忙，哎，他们也忙，有日子还行，我们还行，他们忙，我们还行。我跟四哥没有你忙，你在占了十期。没有你忙，算上最后十一期啊啊，就是有日子呢，在队里也没碰见了，哎，挺想把这在五队这一年半以来心得呀，包括说成长啊，也带给大家欣赏，也是让您二位师哥检验一下，哎、成长了，会聊天了，现在是吗？会说话了，多好、啊！现在一说话弄得我这么正经，我还是不适应，你知道吗？他才30块钱，可不就是吗？对，捧着点的啊！好啊，现在我兄弟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，尤其是在艺术上边，嗯啊，还有在这个综艺感觉上边越来越棒了、啊。对对对对，多加努力啊！你就到那儿，你就出去跟那什么张九南啊、关九海，你就吹去，吹去、啊。我还上过去三期啊，臭不要脸了我啊！好好的啊，今天你们哥俩来五队给我们助演来，你们是。尊重点我们好不好？您等会儿，现在二打一，谁跟谁助演？现在你看看五队节目单，有几个烧饼，几个曹鹤阳啊？也有，倒是真是啊、嗯，轮着我展示一回了。那可能下个礼拜马上就没有张九龄了，可能那老不演嘴都瓢了。就是说咱也不商量了，你先展示是吧？展示展示，哎，展示展示。要说近半年呀、啊，也参加了不少形式的节目，哎、嗯，结识了不少的朋友，结识了不少，结识了，你们结，咱们交朋友都靠撕票那么交来的是吧？结识不少朋友，嗯，前些日子呀，去录了一个小节目，啊、在这个谁吃炸鸡了？我中午没吃饭，咱这说相声的、啊，演出演出演出，怎么还有土豆丝儿呢？怎么？谁？王八蛋！我就说我中午没吃饭，怎么这么香啊？这都哎呀，尊重点，尊重尊重。我们从劫持开始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劫持了不少朋友，是、哎、劫持了、啊、有这个老北京鸡肉卷啊，鸡肉卷没有饭的事啊，没有饭的事啊，咱们能不饭吗？是挺香的，有这好多朋友。前些日子啊，认识一个现在。当红的一个女艺人啊，是啊啊，这个叫虞书欣呐啊，虞哦，可能我不太了解这个啊，就是那个虞书欣，就是哇哦，对对，我也跟虞书欣交上朋友了啊，马上年底 啊，江苏卫视嗯，我跟虞书欣晚会上，我们有一个唱跳的新节目。哟嚯，这都不知道，这算提前预告是吧？你等会儿是315晚会吗？年底怎么会315呢？年底什么晚会？江苏卫视跨年晚会。我看来这年跨不过去了，可能谁没问题？等会儿这个晚会是白天演还是晚上演？
这有关有棚，我们不是露天吗？啊，那行那行，要晚上演可能看不见你，关键我带着于淑欣撂地儿，你像话吗？真真是，那我们都正经有棚。前两天人于淑欣在微博已经说我跟张九龄晚上出去喝酒去了，就啊，他跟个牙喝一晚上。我们也行，不要再闹了，不要再闹了啊！就是说，你跟虞书欣在这个江苏卫视跨年晚会，然后表演一个驯兽，有这么一个歌。没有，您什么耳朵？你二位，二位，谁的驯兽？二位，听我说一句啊，你们看着点表，对对，看什么？唱，哎，真是真是。我主唱啊，我个人 solo， 虞书欣给我伴舞。你当你的，你又主唱，你又 solo， 对，就给你伴舞，全是看我唱的方面，看我跳的方面是小鱼的。啊啊，小鱼小鱼、啊，确定是虞书欣，是不是于谦？于谦老师，哇哦，不好看呢、啊，脸上跟傻逼的，不好看。你确定这么说，于老师，你还想好吗？不要拿，我的他可是管加分的。于书欣，确定于书欣不是于书言啊？跟于书欣啊，跟于书欣啊，于书欣，个人单曲，新出的单曲。哎哎，于书欣的、啊、就在这边上、啊、给我跳 啊, 我 跳舞啊，我展示一下啊，可以可以，来给你。水妞水妞，先出犄角后出头，嘿，哇哦！好，亮点在最后这哇哦上的、啊。虞书欣扮演水妞，哟，那你扮演谁呀、啊？我扮演那壳，我抱着一个壳。你先等会儿吧，我能先问问吗？您这几句里边哪句是个人 solo？ 全听我了。您的 solo 呢？江苏卫视，我这一嗓子连湖南卫视都吓住了。哦，多谢谢、啊、那年跨不了了，知道吗？行，你什么玩意儿？别说别说，孩子，好不容易有一活你至于差不多？不是，什么叫有一活？虞书欣也是不开眼。德云社这么优秀的相声演员都在这呢，干嘛跟他呀？对不对？不是，德云社唱歌就你没资格说我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他边上边下，你也别说他。四哥说两句，说两句了，哎、兄弟，这话也就是这两天。哎，下个月你再跟哥哥说这话。哎，好，我让你有一个 punch line， 我跟你说。好，行行，二百，别行行，说说，啊、别撤掉。我发现了，看出来，四哥还挺像我的。我是好人，我是啊，这孩子不容易，你捧捧。嗯，哎，饼哥站边上完全瞧不起人，他也不是瞧不起，这不至于。明年。明年怎么着？明年清明节我迎一晚会，又正好我们都不出门，在家看看行。清明节刚才那歌歌清明节也合适，我跟你说。哎，华夏地区烧纸晚会，烧纸晚会，烧纸晚会，不是这又什么活儿？我跟哎，那谁那个吴亦凡，哟，吴亦凡啊，我们俩出一个曲子，出一什么烧纸的曲？这是谁烧纸曲的、啊？晚会上我唱、啊，吴亦凡边上给我跳舞。哦，你请来的咖啡，这都是伴舞的，这都是。我说的是假的，是吗？信啊，信啊！吴亦凡，吴亦凡，给我跳，回来来那个，跟吴亦凡准备那个。吴亦凡为了这首歌，从北京南站坐大兴线坐到黄村，在黄村打了一蹦蹦，在我们家门口跪了四个小时，求我给他谱曲。就这个路线图，你是怎么背下来的？你告诉我。都天天我就这么做呢，兄弟坐反了，门口坐到鸭子桥，到957直接到你家门口。晚上演完出之后，坐到鸭子桥十块钱，司机给你带回大兴。你们俩离鸭子远点，你们俩。对，我们俩是得离鸭子远点。这位还是个周黑呀，你看这个。昨天是小王粉，今儿改周黑鸭了。哎呀，不要闹了！我吴亦凡，你有 freestyle 吗？没有，听我的好吗？啊，跟吴亦凡啊 ，AK 十万电伏啊！啊，有谁能够了解吴亦凡的悲哀？就算什么词儿？就算流着眼泪，就算流着眼泪，也要对他笑嘻嘻。就唱到这儿。你这应该跟刘哲合作，不应该跟吴亦凡合作。你烧纸晚会上啊，行吧。行，兄弟，我觉得，我觉得这我个兄弟，兄弟，你听哥的啊，你听哥的，这晚会你必须参加。哎，那干嘛必须参加？他必须参加啊、嗯！他要不去都没得烧，烧他什么乱七八糟？哦、烧我呀，宝贵！别说人孩子，不是我的意思是，还是全力演好那个水妞吧，因为那个歌是你人生当中音准最好的一首歌，这个舞曲类真不太适合你这个。你们俩都尊重我一点，好不？不，我尊重你，我只哥。我出大招了啊！我出大招了，还有大招，再过过
明年儿童节我又迎接儿童晚会。儿童啊，那你烧完了不得投胎去吗？我儿童晚会太快了。哎，我跟我那搭档王九龙，他最喜欢的那个明星啊，刘能，不是刘能，刘能是穿那乔丹那半袖那个，不是，是那个权志龙啊，权志，哎呦，真的，在场权志龙，权志龙，他跟你跟刘能差几个段位呢？权志龙比得上刘能在东北这一块吗？不是，比不上，比不上。哎，不是，是权志龙给你伴舞吗？不是，我们俩一块儿合作啊，这回真的是正经唱，我们俩一块儿合作哦啊，跟全说唱，嗯，说唱还有音准的问题吗？好像也有，人家权志龙都跟太阳在一块儿，你跟你这黑土在一块儿了。我是权志龙，我是黑土，我八十一八十五，跟权志龙啊，激情合作啊，这我们那个有创作一个新型的歌曲，哎，不对，不是七十一和八十五啊，我说晚了，行，来来吧，新合作了一个。马上在亚洲华语乐坛要轰动所有听众的一首歌，叫《致富之路》。致富之路。哎，权志龙是最近也下乡慰问去了吗？全姓我吗？那不是致富之路。哎 ，DJ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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喷农药。发财，志龙带你发财，发财。志龙带你发财。这歌的版权什么时候卖出去的？我也不知道权志龙哪根筋搭不对了，剽窃我这首歌。卖哦，就打算俩人合作唱这个。兄弟，我有点后悔了。哎，咱们仨上台之前，我应该好笑吗？不是说好笑不好笑的事儿，就这事儿就值得一个嘲讽。我这么认真的一个歌手，你们就这么笑我？没笑过你。你看我穿的跟你们一样，我就转型了。兄弟，你看我这衣服，你看看。早知道当年，哎，不对，就这么一件衣服。真的，早知道当年就不让你学相声，踏踏实实的开地铁，有口饭。地铁就不怕黑，有灯，没事儿。你们俩就这样啊？不是，没这样。这就是德云社的现状，领导没领导，师哥没有师哥的关爱。就这么台上讽刺哟，最近啊听了阎鹤祥的讲座了，这是啊，看出来相声在没落是不是？就对于这我这种演就这样，就这种态度是吗？不是，就像你这种不务正业的孩子，我们只有这种态度。不是，好好说相声，当着这么多人，你干嘛非得唱歌？你的条件不够啊！你以为你上你条件够？里边就我一个条件够的，我都没张嘴。你说，哎，你咱条件不够，咱也救活呀。您条件不够，说唱凑啊，这不都这样吗？现在各位都听我扒马褂，一上来啊，我退出德云社，我不退出，德云五队我不来了，行吗？把之前发的队服先还回来。啊，我不，以后我再也五队再也不是我的队伍了。哎呀，激动什么呀？压根儿也不是你的队伍。别激动，你也是，你别，他也不是我的队伍啊，他不是师傅的队伍吗？是爱谁？啊，别爱谁，你们俩别。我不在五队演了，好吧？明天广场对面八大怪多对。八大怪这哎，天桥九大怪，我不爱五队演了。你来美吧，玩吧。别，天桥艺术中心门口来一个黑漆漆的小人也不合适，我。这干嘛？别生气，你激动什么？你队长，你是劝两句。废话，好劝不？我劝他干嘛呀？这都要不干了，这个、太干不干？我跟你说，他现在怎么当着大伙儿是丢人了？咱仨人他不干，他现在说废话，你他走哪儿去？走青年队去？你岁数都不够了，知道吗？你走六队去，下一季团综还没你，知道吗？不是你要留我两句，我可以不走。别老拿团综吓唬人。现在咱家最挣钱的也就这活了，我跟你说。你到杆儿了，不动就说走，动不动就我像我都不服。反正以后哎，我跟那个烧饼老师我不见面了，行吗？他得真的我不见了。以后我在五队演，有他没我，咱俩最后一演，妈最后一演不见了啊。
你可以下个礼拜我就可以让你这辈子到不了五队，你就在德云社算个挂职，好不好？我是跟着观众强调，不是，非得闹这么僵干嘛？你见不见我不打紧，咱有一说一。张小鹏，我咱说说，咱今儿演完了，是不是就不打算再来？您能跟我商量商量吗？完全给我挡住，现在我还能给你挡住呢？对呀，那你还有余量，你还有啊？我跟所有摄影者都好朋友，咱不见了。别打架，别打架，真是别打架。咱下回见面拳击台见，好吗？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。不是，你跟所有人都是好朋友。对啊，咱哥俩不见了，咱就不见面了。哎，不见了，以后永远 ，every day， 啊对，对，就不见面了，不见了，上我们家也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再也不去了，也不找我说活了。看、啊、我也不给你讲知识了啊，以后没有了。你求学的心就在我这儿没有了啊！不见面了啊！干嘛呢？你给我干嘛呢？哎哎哎！哟哟、哎！你别别动不动就说服他，别这样！哎，别哎！怎么了这是？啊、不是干嘛？别扒衣服，别我。哎，这是个什么？瞧见过那个上发条的蛤蟆吗？不是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上来动什么手啊你？废话，走不走我不管啊！把衣服给我脱下来。孩子都撅那儿了，干嘛呢是？废话，把衣服给我脱下来。凭什么？这不是人家的衣服吗？我的，这衣服是你的。对了，你的为什么后面印着我照片啊？为什么？我给我儿子买的呀。你给我躲开！你给我躲开！这衣服他的，怎么了？他脱都是火。不是你等会儿哥啊，既然已经闹得这么难看了。我从那儿我把这故事讲清楚，我不想听，我就让你把衣服还了。衣服确实是他的，但是我不白穿，我不白穿。不是你给我立起来了，比给钱还好呢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比给钱还好呢。怎么了？这衣服呀、啊，是那个我不是跟他手里借的，跟谁借的？那天我一看饼哥这个演出通告，饼哥不在家，就嫂子自己在家，我就上家去了，我就上家去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最近啊接了一个清朝的一个综艺。清朝的一个综艺，对，人答应了，只要我那个小太监演得好，让我站十三期，然后就气死他们。我一琢磨，清朝咱得来个小马褂穿呢，外边现买不着。你见过哪个太监穿这色马褂的？你告诉我，就这个太监行。买不着怎么办呢？我一琢磨，饼哥他不潮流吗？他不喜欢这个潮牌吗？家里准有马褂，准有，我就上家去了。我问嫂子，嫂子您借我马褂穿穿吧，到时候我挣了钱，我给您买东西算，咱一块儿您帮我挣钱。嫂子说九零，借你行，嫂子不要租金，但是什么呢？马褂穿着，你得帮嫂子办件事儿。办什么事儿？你饼哥越来越火了，交际圈越来越广，在外边老爱跟人吹牛。他那朋友都高层次，有大学教授，有商界名流。他一说，我那么回事儿，那怎么回事？谁知他嘴里能说出什么来呀？啊，人给他问住了，他一下傻眼了。外边抹不开面，到家里打我，打嫂子还家暴呢啊！薅烧麦的头发，烧麦一共才几根头发呀？没有这爸爸早长发飘飘了，知道吗？早怒发冲冠了，知道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呀，九零你啊，你虽然说没你饼哥那么火，你岁数比他小，但是呢，你有时候你不喝酒的时候，你还能很冷静。他，我没见过你不喝酒冷静的。你饼哥再在外边吹牛，说话圆不上来了，你给他找找面子，你算为我们一个家庭做贡献了。明白了吗，哥？我听懂了。虽然不给钱，但是帮他往圆圈着说，不比给钱还好吗？就说白了，这衣服雇你当一个高级助理是那意思。对对，无所谓，就是替他褶着点是吧？我不白穿。我明白了，明白。行了行了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咱俩这么多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媳妇说那绝对是正确的。你喝多了，你喝多了确实容易这样那样的。我喝多了什么样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谁跟死人似的，我这么给架回去的。喝多了说要弄一丙云社，你这怎么弄？你说这多难听！不是，咱就说那意思。他说他不白穿，这是你媳妇托付给他的。他呢跟你说，待会儿再跟你说。哎，不是我听明白。来，黑子，来，您哎，别掐我、啊！不，肌肉太发达。我别我不管啊，你爱干不干，你爱不带五队，我们五队不少你这么一个，知道吗？啊，其实没想走，我能好好聊天就好好聊，咱好好说呀，是吧？咱您看我长得，你别老往这一待，又提人，又什么吴亦凡呀，什么虞书欣的，你别老给人家抹黑，知道吗？人家正在碰上的，跟你合作完全完了，知道吧？我没说的，我真关注他们微博了，关注我也关注了，我也给成龙发个私信的，管什么用啊？
是让你别瞎说。行行，我不走了，哥，别老蹭人热度，咱说相声就好，说相声。您原谅我，刚才我莽撞了，行吗？老提你唱歌干嘛呀？您别撕我，那算爱好，对不对？行了行，有会儿有会儿，别吵，别撕我。哎，因为我在意那砖，那综艺是不是黄了都？没，我的综艺能黄吗？我的综艺只有淘汰这么一说，哦、是吧？啊，我在意穿，你穿你。我给您惊喜一下，得弄干净熨平了。关键你穿到哪天算一站？你都废话。综艺完了，马不停蹄还给您行吗？我绝对在意着，每天哎，我每天我自拍，我让他看这衣服的近况。我不想看，我对着镜子自拍行吗？我就想问你哪天给我送来？年底，年底，春节之前，二月份春节，一月底我给您送去行吗？你活到一月底吗？你跨完年就让人给打死了。我水妞不唱了，水妞不唱了。好，救玉书戏一把，我谢谢你。我综艺就给您，行不行？抓紧你在意在意啊！别生气了，哥。哎，就别生气，这样说开就完了。别生气，给他俩分开吧，还是我告诉你。这孩子也是哪就说话说，还说我说话云山雾罩。你看刚才说那一大套，什么也跟玉书戏，他跟玉书戏熟吗？哎呀，行，你别想了，那叫录个节目，那仅可叫哎，我们是个同事，了不大地，没准录着录着就熟了呢，合作嘛，这都很正常嘛，交际圈都这么扩散嘛。哪你就出去跟再有一个，你跟他急什么呀？你像就他那模样呢，他去他十三期他站得满吗？你见过哪个红配绿的太监有人带着吗？你也是，孩子是需要鼓励的，你得急你了。鼓励我，他这事儿我不愿意参与，我跟人家也有负责人，对不对？对、啊，人家有搭档，俩人自个儿商量。对对对对，关键说那话的可气啊！我啊喝点酒，我好跟人家吹嘘，啊，我还交的朋友这个名气越来越大，然后我那朋友圈，我能有朋友吗？我。嗯，那倒也是，他倒没什么朋友，倒是。我再说，我跟外边的明星，我都很少跟人接触。啊，对他倒，人家不爱带他玩嘛，人不是？对。我是不愿意给人家添麻烦啊。对，也是，喝多了也就我能给他架过去一样。我这喝酒什么样？喝多了就睡觉，多一句我都不说。对，走哪儿睡哪儿，反正就是。我媳妇都说了，上面现在喝酒喝多了，人家都不冲人说话，啊、就指杯子聊。他是有点这意思，对，我是那傲爱吹牛的主吗、哎？你别往心里去了，我了解你还不行？以后有人说你，我替你证明，对不对？别人不知道，你最知道啊。那我所以我不敢往外说。虽然说我们东北人是外界坊间传言说话说是好那个咋咋呼呼的，哎，对对对，那也那叫热情，对、哎、热情，对，那也分人啊。嗯，关键我们家有这个，就东北人这基因可能，那可不纯东北人啊，这是。关键你看我们家这个。这个发家呀，干那这买卖呀，去也是有东北特色。哟，这么多年可没跟我聊过这事儿。那轻易我不说呀。哎，怎么发的家？你讲讲我听听。我们家原来呀，杀猪。你别紧张啊！你别紧张。我不紧张，我不紧张。朱若松也别紧张。你等会儿，你们家杀猪？对。那你还姓朱？自相残杀吧，对不对？行，要翻这个，当没毛病，当没毛病。我替你说，我不在乎这个。哦，不在乎，不在乎。直言啊，可以随便说，随便说。这不较劲，对吗？嗯。我们家光杀猪不行哦，还得繁殖、哦。为什么后来我给师傅养狗养那么好啊？嗯，我都按照猪那么养。对对对，你看你们家繁殖到第几代了？现在繁殖到。我就问，随便聊天嘛，闲聊天。就说养猪啊，光养猪其实也不叫什么东北特色啊。我们家那阵什么呢？前店后厂，什么意思？前边呢，嗯，干的是这个东北特色的杀猪菜。哦，饭店就是。哎啊，后院杀猪，嗯，新鲜的活猪，杀完就炖，哎、炖完就卖，啊，卖完就吃。哦，行行，会做生意这是。但后来为什么就黄了，到北京了呢？为什么呢？我就没跟别人说过啊。有一年啊，就我们家那母猪啊，啊，就有种猪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种猪，就专门配种是的。知道种猪，知道啊，专门配种的，公的吗？这不都是啊？种公啊，还有种母，种公种母啊，我专门下崽，专门配种的，专门下崽，等等，吃肉，专门下崽啊。农业频道我也看，农业频道我也看。这么惦记看这农业频道啊？是不是惦记老了上那儿？你管着吗？你管着吗？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干什么乱七八糟？哎，又到了母猪产后复养的时候了。就说你们家这个下了20只小猪，哟，那够能生的呀！这个清理啊，罕见，嚯，20只小猪羔子啊，就20只小猪羔子呀。嗯，下完了之后啊，啊，还有一只挨骂。
行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什么？当时啊，您等会儿，这猪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二十个小猪羔子，对，还有一个什么？矮马。然后是矮马是什么玩意儿？矮马嘛，矮马，矮马。我最近一次知道这个词是于老师的马场那种，就他嘛，小矮马，矮马嘛，矮马，对，矮马。然后呢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个种母是出轨了吗？这个种母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下了矮马，下矮马的时候就难产死了。他一死的，我们家那个种公啊，一瞧下了矮马，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，就把绿帽子戴上呢，也死了。哎呀，当时啊，这一下在我们县里就轰动了，说我们家这个猪肉啊就不纯净，你知道吗？说我们家这猪啊吃完了之后啊容易乱性，然后呢就给让人给举报啊，举报就说我们家这猪肉里边啊有马肉。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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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怀疑你是个标题党，我告诉你。什么玩意儿？不可能！什么不可能啊？你拿我当傻子呢？啊！这别啊的这么仔细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不是，什么不是？不是你后边那个什么乱性，这咱都不提了。你头里啊，头里杀猪菜吗？头里杀猪菜？谁问你头里得买？我二十多个小猪，下小猪羔子，然后还生了一只矮马。哎呀，这耳朵还有问题，跟他现在聊天没办法。不可能，这谁老碰搁谁？我就碰你胳膊，怎么就不信？我告诉你，你不信，他有人知道啊？谁知道啊？你不信，你问他去啊。这事儿他能知道？他知道啊！你等着，你等着，我问问啊！你问去呀！哎，张恒，来，水妞，水妞，排练不着急，晚上回家自己排去，好吧？好，这个我问你啊，哎，说有一个这个种公跟种母，这个你懂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这是这个养那个哎配种呗，哎，对对对，家畜配种，对，专门配种的。说有一头种猪和一个种母的母猪啊，然后这个特别优良的那个血统啊，反正就是最后啊，就这种母一下生了二十多个崽儿，高产呐，高产是吧？高产。二十是，反正就生了二十个小猪崽儿，哎，还生了一个矮马。你没事吧，哥？我没什么事儿。那猪是猪，马是马，种公的猪和种公的，那能生出矮马来？这跨越着那个基因。你的哎，啊，这干嘛？九大怪啊！不是你等会儿，他怎么急了？废话。那母猪下了二十只小猪，还有只矮马，这事儿我说的，你不知道？哦，这事儿是您说的？对，有证人是吧？哎，我问你，你先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来给我们解释解释吧，我们听一听。我解释什么呀？我哎，你说你知道这事儿的？一只公猪，一只母猪啊，对，生出一小黑马来，对。这事儿你问于谦老师的呀，来不及了，这会儿找不着你了。先下的是二十只小猪，对，顶住一只矮马来。是这事儿，哥，炳哥，我亲眼得见，你对不对？啊，我信你，炳哥，我亲眼得见。来，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？这个是炳哥他们家的事儿，对吗？对对对，刚才都说我炳哥家里事儿，东北人。对东北人，对不对？纯东北人。哎，东北啊，它的历史是很悠久的。哎，是，有很多他们现在都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。所以说，二十个猪呢，它生出一只矮马，您明白这事儿吗？我明白什么呀？我明白。您回家想想，琢磨明白，您再告诉我。我不琢磨，我就问你。是有啊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事儿当时很吓人的呀。哦，对吗？当时就这个猪生出矮马这个事儿，当时在炳哥他们家那村里都传疯了。我们那是哈尔滨市，是在哈尔滨市，在哈尔滨市小猪界都传疯了。小猪界。当时佩奇听完，啊，不行了。好多那个猪一听这事，猪见了这事都疯了。啊！哎呦，啊，那这个事儿已经真了一半了，因为有这么一个传闻，所以就出了一个猪见疯，对不对？你琢磨，猪见疯说出这种猪见了都疯的事儿，那肯定是真的。太对了，这是真的。后来这个事儿嘛，啊，那阵上新闻了吗？啊，哈尔滨，你查那个新闻夜航，啊，有这么件事儿啊？有这个，当时还报道了吗？啊，我报的警，警察来的记者，我联系的呀，我亲眼得见。你不是北京人吗？我小时候就想跟炳哥一块说相声啊！你小时候流落到东北了，我把北京的房卖了，上哈尔滨找了炳哥。你不有病吗？跟炳哥一块卖哈尔滨的房，再回北京。好，那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小猪跟矮马的事儿啊。这事儿主要是为什么？因为炳哥这人从小特别调皮捣蛋啊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师傅在团总里说过，嗯，炳哥打小啊就爱开始就说话，他怎么的？他好给人起外号。啊，对，前一阵你还给他起外号。你看他微博，我知道，炳四黑，你明白了吗？
好起外号，这是报仇来了。小时候饼哥黑呀，在回族这个语言，别解释，别解释了，别解释。小时候饼哥在家那猪圈那转呀转呀转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这老母猪要下崽的啊！他一琢磨，多少年之后我得给师傅接生小狗去哦，所以他我先那会儿就知道给师傅接生小狗，他找人算的都。我先看看这老母猪怎么下崽吧。嗯，他下完崽之后，饼哥的好起外号啊，嗯，好起外号，你看，哎，头一个，头一个叫曹鹤阳。把我哥说的，把我哥说的啊，这叫曹阳。第四个叫小四就行，得这个叫副总啊，这个叫唐唐什么的，呱的起。凭什么到人家那是官衔，到我这是本名呢？反正就是他好给起外号，嗯，起着起着，你那副总就应该叫潘潘，你知道吗？这也行啊，他好起外号，起着起着起到二十一个，倒得了，这二十一个小猪崽也没有那么多朋友，没外号的叫矮马吧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不是真挨骂，基本明白了，基本明白了。起的外号啊，我懂了，懂了，就是你给这个小猪起的不对，外号不是外号，挨骂的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是确定吗？不是，确定就是挨骂，哎，没有外号，没有外号，就是挨骂，不是外号，不是外号，不是外号，就真生出一个。本家说了，不是挨骂，四腿倍儿长那个，对对对，不是挨骂。好，我不是外号，不是名字。哎，我想起来了啊，他知道了这回。你着什么急？你出什么汗了？我这你老紧张，是怎么回事呢？饼哥他们家这猪啊，打小就饲料就吃得好啊，味道好。前面杀猪菜，后边他得自己的供应链，他得优秀啊啊！对对，饼哥打小他就给喂这猪就喂泔水，别的喂泔水。哦哦，对对对，饼哥给这猪啊就天天面包片子啊，嚯，猪吃面包片子呢，打小就吃面包片，猪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啊！这个猪的肱二头肌特别发达。饼哥教那小猪崽撸铁，好，这样这肉瓷实啊，这肉。哎，带着猪做有氧运动。嗯，您咱们这个猪跟普通猪它不一样啊，所以它就身体好啊，健壮，高产。咱顺着高产接着捋啊，它就高产。这个锻炼健身跟高产有关系吗？你了解妇女那一套吗？不了解，对不对？他就开始高产。饼哥那会儿想给小猪接生去，家里人不让啊。哦，危险呢，是对不对？让饼哥在外边就看着。饼哥边上走着走着，一问多少个了？哎呀妈呀，下多少个了？东北吧，对不对？东北人。哎，接生师傅说一个了，俩了，一般下六七个、七八个就可以了。啊，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饼哥得打小吃面包片子啊，那就好像身体好。是猪打小吃面包片子。我是这两年拾起来的，就还有这传统。小时候缺腿儿，缺面包片子啊，是。哎，下到第二十个还下呢，哎，一下到第二十一个，这个母猪它下来多，它难产呢，母猪就死了。哟，旁边接生工人一看，哎呀，这么好的一个摇钱树，这么健硕的一个母猪，这么高产，怎么就死了？哎呀妈呀！啊，明白了吧？他当时感叹说东北话，哎呀妈，咋就死了呢？哎呀妈呀！饼哥边上一听，啊。啊，还下矮马，这误会就传出来了，所以他到现在四处跟人说，下了二十只猪，一个矮马，就是因为那句“哎呀妈呀”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，这回我们明白了啊，是这个跟谐音梗的意思是，你听错了，矮马，对不对？你得亏不是河南人，你说下那酿我怎么解释？是这意思吗？看这时间也只能说是这意思，这意思。你明，我就问你明白了。我明白，我们解释我很喜欢。你明白就行。我明白，我明白了。咱就不抬杠，不抬杠，不抬杠。这事儿就过去了吧。哎妈啊！不抬杠，不抬杠。没说错吧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对，我来，我跟他聊聊。你跟他聊聊啊，哎，兄弟，哥，我求求你了，别聊了，行吗？别聊了。哎，我觉得你现在，我，你别说相声了，行吗？我给您圆上了，哥。不是，兄弟，你别说相声了，哥花钱雇你。我干嘛呀？我你出外边啊，我出去谈事儿的时候，你坐我边上，我哪句话一打磕巴了，我就下猪，是这意思吗？你别下猪，你就帮我往圆了说，你就算我的对外参赞。您啊，也别说太大，我圆不上怎么办？这就够难的了。这挺好，他挺满意。别聊了，哥，行吗？不是，别聊，再说一会儿。别聊了，就再聊一会儿。您晚上不有事儿吗？不，我不着急。那飞机等一会儿，八点多的飞机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你插住，你插住，来。不是插啊？怎么了啊？完事了啊？哎，你看，咱是不是？是，证明你没有云山雾罩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有证人证明这个事。主要是我这人说话超劲儿。哦，你是有点超劲儿。对，我超劲儿。我看他有点受不了。对，我超劲儿。超劲儿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这人我好啊，就是听完什么呀，我这人不走心。
啊，对，他是不走脑子。刚才那事儿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误会啊，美丽的小误会是这意思。小的时候，我这实话说，我这人其实吧，就是这个习惯呢，有人说是叫听贼话，是叫什么的？这是个好习惯吗？这听贼话、哦、这不算是个好不对，听贼话吗？人家聊天你躲边偷偷，这听贼话啊，这叫。但是我是听啊、嗯，但是我不爱往外传去。你还想怎么传？你这会儿可没少说。啊、那这是我们家自个儿的事儿，我爱怎么说怎么说啊。那倒也是，对我们家事儿我说谁管啊？那没人管，对。别人事儿我说过吗？啊，那倒也没说，对不对？朱火松的事儿我说来着吗？可以说一说呀。不是朱火松他那个结婚他公布了是吧？人孩子都有了，人家那就能说了，吓我一跳。这有多少不能说的？哎、现在不能说，我们家艺人现在也隐婚，有的我也不敢说。他这个我不知道人爱不爱说。他这能说是吧？随便发微博了是吧？你想说谁说谁、啊？我被人说漏了，有的爱说不爱说的被人说漏。我兄弟结婚了，啊，有小孩儿，啊，真是他这孩子得的不容易。哦，我所以说你别老啊。虽然说咱他结婚啊，你看照片上没我，但是人没到，份子到。对对，那天我们俩正好有事儿，对份子。而且我们俩这份子随的额外多。对，为什么？人家刚到德云社来就是五队，嗯，我们这个阶级友谊特别深。对，有感情。而且为什么？为什么说人家结婚、嗯、这事儿就不容易？为什么呢？关键朱火松他跟他这媳妇儿就现在这爱人啊，啊，他俩原来啊是干杀猪菜的。不是，他俩原来 啊是好哥们儿。您等会儿，好哥们儿，对，就跟哥们儿似的男女关系是吧？不是，哥俩。你别瞎说，没有，两口子是哥俩，俩人是把兄弟。不对，怎么会是把兄弟呢？俩人把你不？哎呦，朱火松的媳妇儿变性人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么劲爆吗？这把兄弟，你看看这。哎，下请柬的时候没跟你说呀？没有，就给我请柬了，四哥参加婚礼，完我就说去不了，兄弟，我就给你转钱就都。你一看你就没打开看，你这你不里边写着了吗？他写我和我兄弟结拜庆祝吗？你这不可能，你别给人造谣去，人家有两口子，人家现在你看是看不出来了。为什么我随那么多钱呀？有一半是买营养品。那一半是手术费，是那意思吗？不，怎么可能？你净瞎鬼！你看你，有人去了呀？谁知道？那参加婚礼，咱单位人多了呀。啊，他也去了呀。你的意思就这事儿他知道？他知道。你先凉快会儿啊。哎呀，你看他不去，他还不信你呢。哎呀妈呀！这个哎呀妈呀，是现在是得说哎呀妈呀、啊，因为有一个劲爆的消息。什么消息？你知道咱们单位有一个家属是变性人吗？谁呀？不知道这事，真不知道这是谁说，我都不知道这事儿。老朱，朱鹤松，捧哏巨匠啊，朱鹤松啊，老朱傲海，我以为他爸爸呢，那是老朱，老朱啊，老朱，鹤松师哥，对对对，他那会儿结婚的时候下请柬，我们俩正好外地有演出，我没去，你去结婚我知道，你知道对对，不是，咱先别说那个，就是刚才邵老师说这个，他媳妇儿是变性人。他们俩其实是把兄弟，疯了！你拿婚检大夫当傻子呢？现在有的也不你找一小学生婚检都看得出男女来，能是变性？我也纳闷了，你什么婚？人是做完手术，俩人在婚检呢。不是，我再等会儿。变性人是您说的？变性人，朱火松的媳妇儿啊！变性人原来是把兄弟一个头磕的地下，结婚那天供的关二爷，你忘了？这事饼哥说的没有，哎，有。好，你歇会儿，你赶紧回去，再不回去我成变性人了。你赶紧回去。哎，来，我们认真听一听来啊，因为当时婚礼我没参加。这是他是变性人，对对对。你怎么德云社的人多混呐？德云社什么人都有，什么人看不出来？对对对对。其实啊，这两个题呀、啊，其实很好解、嗯。你掌握了第一道题呀、啊嗯，小猪生矮马这个题，哦、你在聊这个朱火松的媳妇的变性人，其实他都是属于生物。好，这几个没说一样。
折腾他媳妇儿，他没说他媳妇儿是那种母的，没说。没有、啊，那就好办了。就挨骂过去了，变性人。对对，我说他现在折腾台长，折金先生，这都是有原因的。不是你反了，不是老朱变性了，是他媳妇儿变性了。你说我家里都有变性人，他能好得了吗？啊，你的意思这玩意儿互相传染，是不是？二位既是正事说，就不要再搞笑了，好吗？来，咱们还说从这个嫂子说起。哦，这个嫂子呀，是个曲艺世家啊，不是，她不是凡人呐。不是凡人，哎，意思他是真烦人啊！现在他够烦人的，从小的经历特别的丰富哦。哎，您知道这个嫂子小时候呢？嗯，嫂子小时候一开始，嫂子后来没看上朱克松哦，是我把嫂子说服的啊、哎！什么什么说服？说服？说清楚了，现在这个词不能瞎说、啊。说服、嗯，我了解这嫂子哦。朱克松这个媳妇儿之前是我们学校的保洁阿姨的闺女。不要大喘气、啊，保洁阿姨的说得快。我介绍的，嗯，为什么变性人？哎，嗯，这嫂子她得有一爸爸吧？废话吧，她有一丈母娘，嗯，有一老丈杆子。朱克松有丈母娘，有老丈杆子啊。对，你说清楚了，我就有点糊涂了。老丈杆子就是这嫂子她爸爸。这嫂子为什么她特别的波折曲折？她不容易，她亲爸爸之前没了，哦，单亲家庭。这嫂子算什么？随娘改嫁。啊，他跟着他们老太太之前，他们那家姓李，改嫁那家姓王，所以说他换过一次姓。朱克松的媳妇儿就是变性人。哎，对吗？是这个吗？行行啊，行啊，对。哦，不要再问他了，好吗？大一上台啊，我告诉到现在张九龄的眼神特别的坚定，刚才就特别坚定的看着我，就是这个了，是吧？我这四个美瞳都快飞出来了，我。行，明白明白，就是他改过一次姓儿，是吧？啊，行行，你安慰安慰他，安慰。我错了，哥，咱别聊了。我还是草率，太早了，早。我给您买四个杠铃，咱别聊天了，行吗？哎，兄弟，我觉得这么着吧，你听我的，我都听您的。咱下礼拜我也全勤、啊，你也全勤，好，好不好？咱让王九龙歇一个礼拜。行，这么着呢，我跟你四哥呢，他带着你，咱我多拿几件这个马褂。不行，我没跟我妈说，我今儿下午玩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上班来了，哥啊，咱不要这，不要聊了，好吗？我错了，你再待会儿，别聊了，你待。那不要聊了，待一会儿，待一小会儿，一会儿都不待。再聊会儿，再聊。哎，已经都超点了，还在乎这个呢？来来来来，对，超一分钟也超，超十分钟也超，对不对？已然以旧以旧了嘛，对不对？而且，今儿我是逆缝，我又不是豆根，对不对？扣工资都扣豆根工资。啊。反正我真是我这好多事儿你都不告诉我，你这么大新闻得亏他说出来了。瞧瞧，你回头见面了跟人叫大哥不合适，这东西。你这师兄弟的家庭你得先聊聊。对对对，这怨我了，没采风过，也没有后台这些师兄弟，你说实话，嗯，你跟哪个聊过？倒没怎么聊。你净天天带着他们打游戏了。那是，要不就是你剧本杀，捧着说，别跟他较劲，捧着说。我没较劲，闲聊嘛，这错。要不我们现在就组织什么密室啊、剧本杀呀、啊、狼人杀，我们也就这个，对不对？你后台好多孩子你都不熟。不是我的意思是别人的隐私，我这人真是我很少打听。后台我们有一位老北京，老北京是北京多了，刘小航啊，啊，那个，嗨，我以为刘哲呢，我以为啊，行，你说吧。北京的多了。刘小航，我们那兄弟老北京啊，家住哪儿啊？哪儿啊？家住西边。西边啊，门东沟那边。门东哦，哎哦，西边的风景好，是，对不对？拴娃娃都上西边拴去，那可不对，那地儿就拴出这么一胖娃娃，哎，对，人家在那儿待着啊。有一回啊，我呀，为了听说呀，他们家那风景好，嗯，我上他们家蹭住。啊，蹭住去了，对，你真不要脸，不是蹭住吗？不是，我也就去看看，然后我当天就回来了。关系好，而且我们哥俩有共同爱好，什么爱好？都喜欢文玩。他打小就泡在十里河，他真是，哎，他也是刚入坑哦，惦记呢跟我盘盘道，可以啊。我们两个人呢多交流，聊一聊，沟通沟通，没事把玩把玩对方的这个心爱之物。嘿，好，那天晚上就睡他们家了，嗯，赶上在西边也山里边啊，一入秋啊。嗯，那山里边那个草虫就多，就它还冷呢，关键是啊，尤其啊，他们这老北京啊，到这秋天就愿意逗那个蛐蛐，蛐蛐儿，哎，蛐蛐，逗着这个蛐蛐，哎，然后呢，逗那个蛐蛐啊，你要逗蛐不用上他们家，
找一粪坑就逗了，逗蛐蛐儿。哎，那天我们俩就半夜就聊这个啊。你要说什么玩意儿呢？不能聊啊，聊什么就梦什么。哦，晚上做梦梦见啊啊！那天晚上我们俩聊完之后睡觉吧，啊、一关灯一睡觉，半夜做梦就梦着这逮蛐蛐哦，就看着半夜做梦梦着说在一草垛子里边啊有一蛐蛐，就听这蛐叫这声音啊，比别的蛐蛐都大。特别好，人家蛐蛐都呲呲呲呲呲，他不是，他是突突突，哟，这是带着音箱的，这是啊！我说这蛐蛐声也太大了，啊、必须逮逮他，逮他，逮他，拿抄子我就逮他啊！我逮他一翻身啊，我就一使劲儿、嗯，醒了，孩子做一梦嘛，我以为是梦，其实不是，啊、不是，就听着哎，这窗根底下啊，突突突。哦，真有虫叫，看来真有哦，不是说梦里边。我说小航别睡了啊，走，跟哥逮蛐蛐。哦，你们俩就去了，拿着抄子带着颤吊钟下楼了。到楼下一听啊，突突突，在哪儿呢？没在楼下。哎呦，在北京站。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门头沟。哎。北京站，在北京站呢，这差的也太远。你说这声大不大吧？嗯，大。哎、好家伙，哎、上了长安街，奔北京站。好家伙，到了北京站，啊、就听那突突突。嗯、啊，没在北京站，在哪儿呢？在山西呢。好家伙，在山西、哎、买票、啊、上山西，得去。到了山西一下车，突突突，没在山西太原啊，挨大同呢，又跑大同去了。在大同呢，买车票奔大同、啊，到大同一听，突突突，煤矿下边呢，啊，坐着这煤矿这车，嘎啦啦，嘎啦啦，嘎啦啦，矿车呀，哟喂，那么大个一矿洞啊，发现这只蛐蛐，哟，就这须子 啊，就跟俩电线杆子似的，那么长，哎，这眼睛啊，就跟那探照灯似的啊，那脸啊，有这剧场半拉这么大，哎呦，好家伙，往这一站，突突突，逮呀，拿这个大绳索呀，拿大吊车就拉回北京来了，哎呦，这蛐蛐大了去了，哎呀，这身子啊，剧场这么大个，哎呦，行行行，别说了，您说这个事儿我不信啊，你不信你问去呀，谁知道？他知道啊，他知道，你问他去呀，哎。哎，兄弟，哎，兄弟，来活了！我等您半天了，来活了，来活了。您说吧，哎，听说啊，这有一个蛐蛐 啊，巨大个，嗯，这个俩须子跟俩电线杆子似的。放屁！不，俩眼睛跟俩探照灯似的。满嘴胡沁，这脑袋有半拉剧场子。他喝多了没睡醒。不是这个事儿，你想好了再说。哎，我说的，你说的我也不知道。怎么的？我不要了，我不玩了。演出结束，再见。这世界很酷。